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是，又一次来到西安演出，嗯，心情特别的开心。去年来过啊，据我所知，这个剧场是我们第一次在这儿演出啊。对，满坑满谷的观众让我们特别的开心，是，特别的激动。刚才这个节目是郭麒麟，嗯，还有杨鹤祥，二位给您说了一段传统的相声《打灯谜》啊，二位下去休息一下。这场呢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哎，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哎，有坐得远看不见的呢，还，万一呢，是不是？万一呢？对对，做一个介绍。我叫岳云鹏，一个小学生，是啊，他叫孙岳，哎，孙老师，嗯，也不知从哪年哪月啊，就捧哏的开始红起来了啊，我都纳闷呢，嗯，特别的好。是啊，我们两个合作今年是2019年开始，已经10周年的时间了，哎，10年了。我们继续努力，嗯，把好节目好相声奉献给大家。是，观众朋友们喜欢听相声，这是好事。对，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也喜欢说相声，爱这个。刚才说为什么说年轻的相声演员呢，啊，像郭麒麟20出头，哎，像我19岁。我们这些个年轻的把好的作品带到舞台上，哎，逗大家。没听见啊？怎么了？你比郭麒麟还年轻呢，是是是，什么就是你年轻一点点，什么一点点，朋友啊，你多大岁数？说实话，21岁，嗯，这个30多岁啊，30多岁。还真是，这也不行啊，73岁，73岁都不行，那就剩死了，嗯，啊。像我这种要死之人呢，就是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啊，你说喜欢研究相声，嗯，24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这是必须的。对，其他的时间我们都用来上网打球游泳逛街聊天喝茶唱歌，再有时间呢就是研究相声。您哪儿还有时间呢啊，时间嘛，啊，挤一挤总是会出来的嘛，对不对？好，这是时间啊，这对，挤出时间来研究相声，嗯，是把好作品带给大家。没错，大家都知道我们相声演员四门功课，嗯，说学逗浪，说，嗯，说唱唱唱啊，唱，对，说说说浪逗唱，哎，啊，对，老有这浪，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嗯，每一门都不容易，是拿这个说来讲，嗯，得干净，是得利索，什么？您这嘴让驴踢过，这是那是去年，哦，就是还没好呢，干净利索，利索，像什么报菜名啊，嗯，地理图啊，八扇屏啊，嗯，张嘴就来，基本功，而且还不能忘。我给大家来一个好不好？好啊，传统的报菜名，哎呦好，不能忘，是是是，蒸羊羔，哦，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水煮鱼，水煮肉，一盆米饭，我够了。是您快撑死了，这就饭量还不小，不能忘，这还不能忘呢。最基本的是说，那对了，说相声，说相声嘛，嗯，对不对？再有难度的就是学，哎，学，嗯，学上口嘛，学，哎，就是还学，还就是学，嗯，学的东西有很多，是是是，哎，问问孙老师啊，您问我，您经常在台上听相声，嗯，我问您，谁听相声了？谁听相声了？不是，您经常在台上说相声，问问您啊，嗯，学都能学些什么？哎呦，那学的多了，我听听。学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草坑里蹦的，嗯，装聋作哑，聋子打岔，哑巴打手势。嚯，嗯，能学那么多？哎，是嘞。今天来的观众可是不少 啊，那是啊，上万个观众。对，当着我们大家的面，跟我们学一个。学什么？天上飞的。您说，跟我们学一个擦屁股纸。擦擦擦。有满天飞那个的吗？刮大风给刮起来了，哦，还露天厕所，哎，你学那个用过，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太脏了，您这学不了，学不了，这地上跑的啊，什么呀，擦屁股纸，这回风小，哎，没有刮起来，但是在地上游，不学不学，学不了学不了，太恶心了，您这灯水里游的啊，擦屁股纸，河边方便的，水里游的，给我们学一个什么呀，要死的鱼，要死的鱼，
我先烫个头怎么样？不是，烫什么头？于谦呐？不是要死的鱼吗？这我看的差不多了。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也学不了，学不了这。草根里蹦的，您说，你给我们学一个蚂蚱啊，学这蚂蚱蹦，学他那个表情。那脸都硬壳子，有什么表情啊？各位刚才说了没几个啊？不不不，我就问了四个，一个都学不上来。不不不，您这叫什么呀？对，诈骗呢？不不，请等着大家退票。不不不不不不，不是我们诈骗，您能学吗？我当然学不了了。你怎么这么硬气啊？我诚实啊，学不了就是学不了。嘿，还弄得我们跟不要脸的似的，咱这都叫画左脸，后边能学呀？真正能学的是什么？聋子打岔，哑巴打手势。聋子打岔能学？能学。好，今天咱俩合作一回。合作什么呀？咱来一个聋子打岔。那可以啊。要学这个聋子打岔，怎么样？我得是你二大爷。你得是，好不好？行。学聋子打岔哈，嗯，你是我二大爷是吧？对，那要学聋子打岔，我得是你四爷爷。各位，您听见了吗？嗯，有占便宜的嫌疑。没有嫌疑啊。啊，就是占便宜。那废话，你凭什么是我二大爷？就问问。为什么是你二大爷呢？嗯，因为我想演这个聋子。因为只有岁数大的人耳朵才沉啊，他不是聋，是耳背。对了，哦，不是亲二大爷，哦，不是亲的，哎，街坊辈儿练着那么喊，哦，街坊，你要不喊也没关系，是，但凡你要是真的不喊，我可能就比较难受了。这意思还是爱听，是吧？啊、哦，这个我这个聋呢，也是一阵一阵的。什么叫一阵一阵啊？聋的时候，天上过一个飞机，嗯，我以为飞一个蚊子呢。哇，这么静音呢？不聋的时候，天上飞一个蚊子。我以为过一个飞机呢，我太灵敏了，就一阵一阵的，是是是是是，咱俩合作一回，好啊，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是，大街上偶遇，聊一聊天，我看您听都听不见，您看我学的好不好？怎么打岔？学的像不像？行啊，咱们这就开始，咱来，来来来，这好比大街了哈。大街溜溜弯，嚯，这从兵马俑群里跑出来，这是。自己走私去呢，兄弟。我这岁数可不小，这不二大爷吗？哎呦！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那姑娘看个清清楚楚，清清楚楚，清清楚楚。这岁数也就清清楚楚了。行了，这人呐，啊，上了岁数了，是，哪儿都不行了。你还憋着哪儿行啊？什么都不好使了。行了，该歇歇吧。这不昨晚上吗？啊，蹦迪去了。哎呀，把这个大胯还给扭了。你死不死啊你？你说这是招谁惹谁了？行了，见面打声招呼吧，不打招呼挑理。嗯，闲着没事啊，大街上逛一逛，哎，溜一溜。您上哪儿去？像我这样优秀的人，还什么都会，还本该灿烂过一生。是，您的一生都完了，快行了。您上哪儿去？怎么七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那河漂子，哎呦，瞧见了，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什么叫什么玩意儿？谁们家一条狗啊？你们家狗两条腿站着呀？嗨，瞧出来了，这不是大黄吗？这不是，这不还是狗吗？大黄，谁大黄？我啊，二傻子呀。行，就他吧，好歹是人名啊。二傻子啊，以后见二大爷理着点儿。我理着呢。二大爷把你抱大的。哇，好有力气呢！你是个大力士呢。也不知道听见听不见啊。你在二大爷脖子上拉过青屎呢。现在也行。甭瞪眼，我多的瞪眼了，甭瞪眼，
怎么了？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您赶上了？我是你二大爷。那管什么用啊？那个真行，叫二大爷理着点儿。理着呢，您上哪儿去？大点声。您上哪儿去？大点声。这声还小呢。您上哪儿去？二大爷岁数大了，耳朵沉了，听不见了。你跟二大爷说话大点声行不行啊？这声还小。您上哪儿去？大点声。您上哪儿去？你这是说话呢吗？我这放屁呢我。您上哪儿去？哎呦喂，你要把我急死吗？不是，你要把我累死呀你。我的二大爷，我的。哎，怎么还有回音呢？怎么你怎么这句听见了？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多不巧。行了，赶快问吧，您上哪儿去啊？有过去了。对对对对，不说了，比划吧。就是您身体好吗？啊，你问我那老伴儿，你的大妈呀。你看我拍哪儿你想起他来了？你大妈嘿啊，蹦迪去了。哟，这俩老不正经的，老年 disco。 行行，没问他，没问他，问你身体怎么样。你身体啊？嗯，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我问他干嘛？他可不如你。哟，他怎么了？成天偷鸡摸狗。哎呦呦，最近又当了扒手了。你说也不跟谁学的，你说说啊。哎呦，行了，您啊别生气，赶明儿 啊我给您说说他啊。跟你学的？什么就跟我学的？你也是干那个的？我没干那个。自首去吧。谁自首去？几年了？没有那么回事儿。五年了。这是五年了？赶紧自首啊。不是，我是您听不见。哦，明儿就去法院呐。您听不准。明天公审？不是，这都哪儿啊？我的哪了妹儿？你偷人家裤衩啊？我偷他干嘛？你偷谁的裤衩？你能穿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裤衩里还有烟卷呢，没法抽啊！不，多摸的骚气呀、啊！不是，你这，你要这样我跟你急了啊！你还偷人一会儿凉席呢？我生气了啊！明儿枪毙呀、啊！老王八，你爸爸呀？嗯，比我小两岁。哦，二大爷。哎，哎什么？不学了啊，不学了。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甭一阵儿一阵儿的，不学了。什么？不学了。啊？不学了。啊？不学了。为什么？把牌打，你瞧这模样了吗？废话，你说为什么净占便宜？这不学的挺好的吗？合着就这个听得见是吧？不行啊、嗯，不来了，吃亏了。那咱学个什么？学这个哑巴怎么样？哑巴打手势。哑巴打手势，哎、好，这个好、哎。要学这个哑巴打手势啊？怎么样？您来这个小哑巴，我来这小。您让各位一瞧，不是，活腿一个肥哑巴。谁活腿？还肥哑巴还？我不来这哑巴。为什么？您想啊，前面我还能说话，我还吃着亏呢。后边我来一哑巴，这亏不得吃死呀？你来哑巴呀？我来哑巴。对呀、啊，那你来谁？我呀？啊，我来哑巴的父亲呢。我就是你的哑父。我是愣占便宜啊？嗯，废话，你还占我便宜呢？那不行，还不行啊？那什么意思？哑巴翻译懂不懂？哦，翻译哑语啊？这我哑语懂啊？可以啊，可以啊。那我考考你啊，还考考我啊？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好，不对，这是大拇哥。这，谁问你零件儿？这是好，好，没错啊。嗯，这个呢？好上加好。这个呢？这，小雨伞。不对，小蘑菇。这是顶好。这谁懂啊？这是没有上过学的哑巴。您来点那专业哑语。看这个啊。嗯。四四方方，五回合。猜对了。啊？
你们家死人死惯了。你们家死人死惯了。怎么会想起骨灰盒呢？那么这是电视机。不对。这是什么呀？四四方方一块豆腐。那这个呢？冻豆腐。这是上过学的吗？啊，这都是什么哑语？这都是。给您来个简单的啊。啊，来正经哑语。这什么？这有点脏吧？这个。一点也不脏啊。那我说了啊。啊。您这个是就是上厕所忘擦了。你怎么会想到这些呢？你比划的就这个呀。那这什么？马桶盖。这个下水眼儿。这个蹲下站起来没擦。是不是纸刮走了？当然不对了。擦了。这是一部电影的名字。我怎么没瞧出来呢？平原作战。是吗？平啊，原啊，战。嗨，这谁明白这个？总的来说，哑语您可以翻译。哎，正经的哑语。行吧。那这样吧，嗯，我来设计一下剧情。啊，还有剧情了。咱们两个从小一起长起来的，很多年没有见面，大街上偶遇了。哦。聊一聊天。哦，可以寒暄一下，好吗？走大街上多少年之后见面了啊？咱俩聊着天。咱们这就开始。可以啊。各位记住了啊。嗯。哑巴有三直。哪三直？眼直、心直、腿直。哦，这是哑巴。哎，这是哑巴的特点。哦，一会儿啊，我一拍脑门，我就不能说话了。您就是小哑巴了。我就进入角色了。可以啊，咱们这就开始。咱开始。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大街上见面，不废话了。不废话，咱来啊。你是不是疯牛病？你为什么不拦着我？废话，你得把我撞穿喽。干嘛呢？你这撞不穿，放心啊。什么？这干嘛呢？你腿直啊！您等会儿啊。咱说这个三直是活人，不是死人，知道吗？您像个活人，正常一些。啊、正常走过来。来，这吓人。哑巴，哎，哎呀，各位以为我错了是不是？那就是你错了吗？哑巴没有答应的，是不是？那对，哑巴怎么能说话？有大街上喊哑巴的吗？但有吗？哦，我没法喊啊。十聋九哑，他听不见呢。那我怎么着啊？跟他比划呀。哑语啊。哦，行，你是不是弱智啊？我来，你别出个题看看你怎么样。行。一个西瓜切开了十块。学的还真快。阿贝，俩哑巴。你不是让我比划吗？不是有毛病吗？你让我这么，我是哑巴，你别不哑巴。我别，不是。我是哑巴，你就不要说话了。我不是，我没有说话，但是你呢？你要，咱俩下去吧。这，我明白了，就是您不说话，我得说话。对了，来，好好来啊。哟，街坊小哑巴。嗯，哎，瞧瞧我是谁？瞧瞧我，嘿，啊、想起来了，想起来，是我。啊你属猴的你，好家伙！他要能说话也是个碎嘴子，我看。他那意思说我们俩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对，不。哑巴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俩打小一块长起来的，他越长越高，我自爆了。
就胖了，胖了，我知道，我知道。嗯嗯嗯。我是不是有点幻听了我？哦，这哑巴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俩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分开不见面五六年了，记错了，九年了。哎呀！我九年了。九。啊！九年是不是做康复训练来的？可以呀，你有点人话了。哦，你哦，烧了，又死一回，我这。他说我小时候我胖，嗯，小时候，我这腿，哇，就小时候我这腿啊，就跟那个房柱似的，嗯，小时候，我这腰，不。我的腰就跟那个水缸似的，小时候我这胳膊就跟那房梁似的，小时候我这肩膀就跟这桌子似的，小时候我这脑袋跟蒜似的。哎，这桌子上摆一肉丸子好看吗？你这肩膀的脑袋大呀，大着点儿，对，改气球了。你这，行了，别吹了，就别爆了，就正常，正常。对，哎，小时候我这脖子，跟馅儿似的。我这么大脑袋，这么细脖子吧？啊，我糖葫芦精，我是个。你这么粗一点？哎，对对对，小时候啊。你们说的我在这不好意思了。这哑巴这个意思说，小时候我胖，就现在长大了，长大了怎么瘦了？哑巴，你那眼可能要瞎，可能是。就我现在哈怎么瘦了哈？这不是上班了吗？说相声，东对说相声穿大褂这个。东跑西颠，东跑西颠，累的。哎，说相声，别别别别别别别，碎嘴的，啊，东跑，对，还挺形象啊，是是是，这边西颠，对，回来，诈尸了似的，西颠都别学了啊，挺好，挺好，挺好。累的，累的，啊，累的，累的。哎呀，好不容易跟他聊天啊，嗯，啊，感叹词儿还挺多呢，嗯，啊，还有曲子呢，你看，你他妈不耽误音乐天分，你知道吗？就他的意思说，这是我，比我长一辈儿，啊，比我长一辈儿这个哈，嗯嗯嗯，对，比我长一辈儿这个，我明白了，啊啊，络腮胡子，啊，大肚子，轰猪呢这是，揉俩铁球，咻咻咻咻，哎呦呦呦，咻咻咻，您别给鸟再教坏了啊，少鸟呢还咻咻咻。你不就问这个吗？络腮胡子，这我爸爸。对，哎哎，等会儿，这个他们能说话我就不管了啊。你不能说话，我怎么听见你还答应一声呢？我说这是我爸爸，这人哎哎哎，你答应什么呀你？你好，哎，不是答应，A 是肯定的意思。
行，哑巴啊，下次再有这事儿啃我的，啊。我父亲不是，啊，没了，对，没了，死了，不，他听不见，就是过去了，过去了，别找去，回来，干嘛现场认亲来了？那个，没有，那抱着孩子呢，那不是那个，哎，不是，没过去，不是在那坐着呢，就是死了，不明白哈。嘎巴了也不行，刨坑埋了这也，你瞧我呀，瞧我啊，络腮胡子啊，就我父亲，我父亲就是，死了，啊，我爸爸死的真费劲，嗯，对对对，掐死的，这就是死了，啊，这装棺了，入殓了，这死了，哎，火化了，对，嗯。你看看还是有感情，小时候我父亲最疼他，我爸爸死了他哭儿，你看了吗？行了，别哭了，妈拍打你看了吗？别哭、啊，怎么了？就啊，我父亲啊，外啊，不外，九年还留学了，好家伙，可以呀你。他问就说我父亲身体好，怎么说没就没了？就是我父亲就是脑淤血，爆毙了，脑淤血这边爆，非得毙了，脑淤血，不，妈乱枪打死的。瞧我，瞧见血管了吗？没有。怎么会没有呢？就好比吧，这儿有一根血管啊，血啊，往上涌，流两边往上流。集中到心脏这儿，明白吗？心脏从脑袋后边往上流，流到这儿堵住了，就是，淤堵在这里。我爸爸死的还真玩笑，你说，啊，对，啊，对，血往上涌，血，哑巴，你还有点享受了是吧？没有，您等会儿，我爸爸也自爆了。没有，就到这儿，堵到这儿了，就是比较饱满，就是圆满一点啊。对，哎呀，嘣，我爸爸死泡不当了，你看，就脑淤血，这，哎，对，疾病，哎。你看，感叹词好啊！这是我，这比我长一辈儿，对吧？啊，这有一发卷儿，啊，一脸的褶子，走道还……我们家还一植物大战僵尸呢。您回来走道有点不利索嘛？那是我妈，对，我们家的。哎，我妈没有。哎，哑巴。报什么报？老两口一个死法啊，太恩爱了吧这也，啊，谁告诉你我妈也这个了？瞧我啊，就是我妈身体好，你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就是身体好，这有。我妈还双排扣，你知道了吗？嗯，行了，别数了。就是老太太，整体都好，整体好。我妈是冻豆腐，不是，就是我妈好，好人家好，顶好啊，好。
啊，没，好家伙，太悬了你。你看，都惦记着。这是我。啊，我这辈儿，岁数比我大。啊，当兵的。嗯，哑巴，你再努努力就说出来了。在我这儿快康复了，你知道了吗？你不就问这当兵的吗？这是我哥哥，我哥哥没有。哑巴，哑巴，哑巴，没有，嘿，哑巴，帮什么帮啊？脑淤血遗传呀，是怎么着？啊，我们家都得一死法啊！瞧着我，当兵这个更好身体。好家伙，聊会儿天家破人亡了我。行，该我死了。行，我跟我这一辈儿。比我岁数小，长头发，铺粉，描眉，对，这是个蛐蛐儿，这是须子，这是眉毛，哎，对，哎，红嘴唇，对，还是蛐蛐儿啊，没有，就这么点儿，哎，高跟鞋，放下。怎么什么都比划呀？你不就问这个吗？长头发，我妹妹，哑巴，给哥哥留一个。我们家死不起人了，我现在户口本都快孤儿了，你知道吗？嘿，瞧着我，没事哈 ，OK 了哈，好啊，你稳定稳定自己啊，别太激动了。好家伙，没事，哎，好，哎，行了，快说我吧，我死就完了啊。哎，怎么着？哎，那个，啊，长头发怎么着？哎我，你说我妹妹，哎呦我，记错了，二山。我都快会哑语了，你看。你。二十八。哦，你二十八？谁问你了？要不要脸？哦，我妹妹头发长，蹲地用。多可惜了，音乐还是有天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找我妹妹演电影，怎么了？怎么了？狂暴了还有点？怎么了？嗨，行，我明白意思，我明白意思，找我妹妹啊演话剧。你怎么了？你要干嘛？不对，干嘛是？我看你脑淤血快犯了。啊，这是我妹妹哈，这是我妹妹。这个，哟，这是你，干嘛？哑巴，嘿，别美了啊。哪是我妹妹来的？哦，这是哈，我先给包上。太冷。这是你呀？再见。不送了，不送。不是你要干嘛？你结婚了吗？啊，这结婚了吧？我告诉你，哑巴，我妹妹就是结婚也得找个会说话的。我会说话。就去你的！
喊什么？喊什么呢？哟，还认亲的呢，终于来了。谢谢朋友们，谢谢。这个刚才是郭麒麟、贺翔二位给您说了一段，是下去休息一下。嗯，又把我们哥俩上，还有我们俩，给大家唱一回。好，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您是爱唱？其实我们后台好几个能唱的，唱的都不错，像我师父，还有于老师，这都唱的不错。是，张云雷，嘿。好，谢谢谢，都喜欢张云雷哈。嗯，好，我也是他的粉丝啊。谢谢谢谢谢谢，这样不挨打。这个，我师父确实唱得好。那是。我是跟他学的这个太平歌词。那你也不错呀。其实现在会唱太平歌词的人并不多了。是，没什么人唱。我给大家唱几句。好啊。有这么一段叫做《博蛇传》，唱给今天在座的各位。岳老师，《白蛇传》不是显得有文化吗？你没有什么文化。啊，《白蛇传》是一条伟大的长虫。哎呀，这都是有学问人说的啊，在那转《白蛇传》。对，您说那贪吃蛇还在那儿转，哎，唱几句啊，好好的啊。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几段清香。春有苏堤桃红柳绿，夏上荷花映满了池塘，秋观明月如同碧水，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谢谢，真好。这是我们本门的功课，是太平歌词。对，其他唱什么都归是学唱，学唱类。咱们北方有一个剧种叫做评剧啊，评剧，唱给今天在座的各位，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是是是，三小戏嘛。评剧啊，评剧好，你好好唱。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这是个评剧大赏。这边的朋友，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这边明显有劲儿啊，心底彼此约束，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一追忆有个我。这是评剧吗？怎么样？不，您等会儿，您说的不是歌曲，知道吗？您说的是戏曲，评戏。评戏？评戏。那我哪会啊？那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我哪会啊？那你说什么戏是什么意思呢？我就会这个歌曲评剧。听出来了啊，因为像我们这些80后比较喜欢流行的歌曲。这您还80后呢？您作为30后，你才30后呢，你才30后的呢。你90后？我70后。70后也喜欢这些歌曲吗？也听过，听过，研究过。这样，孙老师，我唱一首歌，我让您猜好不好？可以啊，猜歌曲名吗？不就是歌曲名？稍微有些难度啊。没有难度。还削微了，还听着啊，
咱这歌都好猜，这听的歌太多了。打起手鼓唱起歌，骑着马儿翻山坡。打起手鼓唱起歌，岳老师，第一句就歌名、嗯、第一句就是歌名、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对对，什么意思？给您一个面子。哦，哎，明白了吗？ 怕我下不来台。下不来台不合适。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换一首啊。嗯，你稍等一下，你喊一天了，跟这五环五环的。真有意思，我不能停顿，我不能停顿，一停顿五环，一停顿五环。你要等一下啊！你要着急，您就走您的，忙您的去。那就不是，我就不唱，就不唱。退票？不是，唱。怎么样？多没立场。有没有尿性？那是都尿台上了。嗯，等一下等一下啊。嗯，谢谢你啊，谢谢你。听这个歌啊。啊，您来。美丽的草原，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行了行了，嘿，岳伦，风吹绿草遍地花。不是这歌你们也会啊？这歌太会了。西安也会那个。对，风吹草，美丽草原我家嘛。好好好，我唱一个新歌吧，好吗？就这两天这个特别流行的一首歌。新歌？新的，最新的。哟，我还真没听过，多新啊！我听。你告诉我你听见什么了就好。我这么近我都没听见啊。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你是够浪的。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浪，四周环绕着。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风。哇，好好听。新歌新歌啊。这是新歌啊。这不是新歌吗？这不可不是新歌，据我所知就是你妈没结婚时候就有。你妈没结婚时候就有。这是新歌吗？这我小学时候学的了，这都。来点好的，我不会。来个好的。对，不用你给我面子，我不要。雾里看花，水中雾里看花，雾里看花，雾里看花。再回首，再回首。阿莲，阿莲，那越来越少了呀。听这个啊。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这名这么长呢。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放，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你把第一句再来一遍。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过火对不对？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你？唱半天了才知道过火。是你刚唱主要是。这是我的偶像张信哲的一首歌曲。是啊，过火。后来非常的有幸能够跟张信哲一起同台。哎呦呦，而且一起合作一首歌曲。是啊，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就说，张老师您好，我是小月。嗯，我特别喜欢听您的歌曲，但是您这个人不怎么实在。我这叫什么话呀？
当时多得罪人呢。当时他一听也懵了，说怎么了小姐，咱是初次见面，你说这个不合适。招你惹你了？我说是这样，您这个人呢、虚伪。这叫什么话、词里头有啊。哪词儿？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关于柳岩他装作无动于衷。虚伪。是。而我做不到。是、你多猪头啊。燕子，没你我怎么活呀。是这片子活着呢。谢谢啊，这都是瞎唱啊。朋友们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咱可以共同。没别的了。啊，有人点了一个生僻字，是不是？好，这个好。这生僻字您会？生僻字，哎，生我不会。那你问他干嘛？什么？孙老师唱一个。您呀，难为我了，我是真不会唱，还是您唱的好听。好，您来啊，我给大家唱一个啊。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橄榄菜》，唱给今天在座的各位。什么您呢？橄榄树唱个，橄榄树，这是一首那个，齐豫的歌曲。是啊，提起齐豫来，大家伙可能不太了解。他有个弟弟叫齐秦。啊，对，齐秦大家都知道吧？知道。轻轻的，我将。二人转的底子。我师傅台上经常这样唱。那是。我师傅没在啊，我给大家说两句我师傅唱歌的事儿。我师父唱歌都是戏味儿，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哎呀，就这么唱。是，我师父还有一个歌，外婆的澎湖湾。是吗？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唯有椰林缀斜阳啊，只是一片海蓝蓝。好家伙，就这样唱歌还挺上口。哎，有一次我师父参加这个周华健的演唱会。哦，华健。两个人在台上喝特别开心。周华健说，关老师，咱俩合作一首歌曲，唱什么歌呢？我师父说，你说吧。周华健说，那咱唱一个我的经典歌曲花心。哎呦，好，您先唱。我师父就张嘴唱起头。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再看周华健。是啊，不会了。哎，对，他哪会这个呀？不会了，朋友都这么得罪的。我好好给大家唱一个啊。您好好来。橄榄树，橄榄树。不要问我，哎呀，真好听，哎呀。不是您怎么了？不是一听我就陶醉。不，您唱完再陶啊。不要不，哎呀，不不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一起唱。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有多真，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发现很多人不会唱这个歌，只会很多。是，您就告诉我一句话就行。您说，就哪句有橄榄树？哦，坏了，唱错了。这不杨钰莹吗？对，是橄榄树啊。不要问，不是，不要问我到哪里去。给毛阿敏了，词儿不对，从哪儿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调不对。不要问我。给刘德华了。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不是，就这一，这全会。没你们不会的啊。不是，就这么一句，怎么就不会呢？怎么唱来的？多简单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不就这一句吗？这有什么不会的？真行！孙悦唱啊！我不是，我就会这一。
哎，岳老师，岳老师，岳老师，你说我招这干嘛？我就会这一句，你还生气了？岳老师，大明星，爱听这个。怎么了？您来，您来，我唱，我就会这一句嘛。好好好好，我给你提个醒儿，对。非得打起来劲儿。别别别，您来您来您来，大腕儿大腕儿，都在喊您的名字，您是大腕儿啊？不不不不不不，您是大明星，您是腕儿，您是腕儿。咱别起哄啊，你这玩意儿，他气性大，你知道吗？本身今儿都不那么开心，嗯。谢谢你啊，嗯。哎，有夸你的，有夸你的，有夸你。谢谢谢谢。您好好唱，您唱的好。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不是郑州吗？你来。哎，别别别，您来您来您来。我就郑州的好听吗？行行。我的故乡在郑州。多好，为什么流浪，穷啊。你们家唱歌带捧哏的是吗？实际情况嘛，是吧？流浪远方，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飞翔的小鸟，流浪远方，流浪。鸟迷路了。还有，别还有了，还有药吗？您怎么了呀？这好了，不跟大家逗了啊！刚才我看。还有人点点别的歌曲，点什么呢？啊、送情郎，嗯，这不是那个节目啊。哎，对，别着急啊，嗯，早晚会唱的啊。十八摸，好家伙，十八摸就算了啊。嗯，几个姑娘喊的问题是女儿情，好吧，给大家唱两句女儿情好吗？鸳鸯双栖蝶双飞。不是大哥，这歌加嘿嘿你觉得好听吗？哎，对，不是地方加的。对，女儿国国王在给唐僧唱这个歌，唐僧旁边嘿嘿，这是猪八戒，这是。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开灯啊，嘿。悄悄问圣僧，你赶紧去取经去吧啊！没法唱了，这歌就嘿嘿了，这玩意儿就剩嘿嘿了。嗯，传西厢，叫小帆，好，叫小帆，我，这是这个保安大哥点的歌啊。对，保安大哥，你这个位置是天底下最好的位置啊，全场的 C 位，全世界的 C 位都在你这儿啊。您这花钱都买不着的票，我告诉你。唱是不唱啊，这叫小帆我不会。哎，对，得他师傅来。对，这得听郭老师的。好了，时间不早了。嗯，探清水河。哎，这个真的容易打起来，你知道吗？对，这张云雷来，这个张云雷来，我唱的不好，我就给唱两句啊，唱两句。桃叶儿那肩上肩，你们是为这个是吧？你们就是为了得是吗？
非得找准了。桃叶那肩上肩，柳叶遮满了天。这句没有啊。在其位的这个明那公，细听我来言那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提起那宋老三，行了，过过瘾就得了啊。五环之歌唱给大家，会唱的一起唱好吗？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两环。咱们一起唱，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啊。好，各位不要吝啬自己的嗓音，咱们嗨嗨皮皮的唱起来。嗨嗨皮皮是什么？嗨嗨皮皮是我网店的一个，没问题没问题。是一个成语啊，还插广告呢。嗨嗨皮皮，嗯啊，哎呦，好了好了，稍等一下，我发现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啊，要脸，不能要脸了啊，这不是一个要脸的时候啊。那个，咱们唱起来啊，不能要脸啊，豁出去哈。啊，好嘞，我再出个主意啊，就是前面的朋友咱们不要唱啊，咱把这个机会给留给后面那些花钱很少的朋友。就行了，行啊，这么会说话。后面的朋友啊，找一首演唱会的感觉，看你们的了啊。对啊。疯了一个。感觉没什么劲儿呢，是不花钱还要脸，可就是你们不对了。终于有一天，你会好了，坐下来。前面坐着、这边的朋友啊，哎，刚才唱评剧的时候没有人家这边声音大，嗯，咱不能让他们超过咱们，好不好？是。啊，好，这边的朋友你们就认输了吗？行了。啊，还是这边劲儿大，这边不要脸的多。嗯，第一排小姐姐怎么不唱？要脸是不是？是不是有点害羞？是不是？自己还能接上，魔掌。是有多爱唱这歌啊？不过这点娘们分的。好了，给大家唱一个《青藏高原》。这，哟哟，您等会儿，有点。是谁带来？是我。
您冷静一会儿啊，请他就行了。嘿，什么起头都唱是吧？您先冷静一下吧。青藏高原前面好唱，嗯，最后一句高八度，你行、啊？你想多了。怎么呢？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啊，对，死半道了。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旧旧？那就是青藏高原，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一起唱，一起唱。下面请您欣赏做梦专家，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好，谢谢这大哥啊、嗯！哎，好，谢谢啊！哎，我也发现了，嗯，哎，行了，嗯、哎呀，行了，少说两句。嗯、刚才是孟鹤堂，对，小妹儿，周九良啊，是我俩徒弟，嗯，让他们俩下去休息一会儿。哎，换上我和于老师来了，我们说一段，好感慨啊，是吗？好久没怎么说相声了，真是，嗯。小一年了，嗯，去年演完了，坐在这后台，累得跟什么时候，就说，哎呀，这要能踏踏实实歇一年，得多好。嘿，你瞧瞧，心想事成啊，你这嘴开了光了。那是啊，嗯，这个也不叫事儿，是吗？啊，人生一世，什么都会遇见。哦，啊，这不挺好了吗？是啊，天下太平，挺好，日子还得过，嗯，多开心。又说相声哈、啊，嗯，你要是老不说相声啊，嗯、啊，观众爱瞎想，这能想什么呀？这帮人出事了吧？德云社啊，准是有问题了。这能一帮人都出事儿，都谁？高峰，高峰啊，啊，可能是上泰国做手术去了。想多了，可能。嗯嗯，再回来能生一大胖小子。你啊，嗯，孙越也出事了，孙越也做手术去了。孙越抓起来了，哟，这是刑事案。嗯，哦，孙越跟人家裸聊，裸聊，结果对方吐了，太腻了，因为人家吃素，哎，对，所以报警了。现在那是。恶心了，孙越出事了、嗯、哦，郭德纲也出事了。是啊，郭德纲不会开车愣开车，哎呦，他儿子给他买一个嗯劳斯莱斯，这还是豪车呀，开着车就掉沟里头了，交通事故。嗯，哎呀，于老师也出事了。我能出什么事啊？于老师正挖沟呢。嚯，好家伙，劳斯莱斯掉下来了。哎，好，这我砸死了，合着是。哎，所以说、啊、得好好说相声。对了，咱们又没有别的手艺，只会这个，就会说相声。大伙儿看着咱们哈哈一乐，嗯，对咱们来说这是多大的荣幸，这就是成就感。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对，谢谢各位，谢谢。嗯，
真说了，我们俩合作20年了，这多快呀！太感慨，好，咱一块说相声都20年了，你瞧，20年，那等于我认识嫂子就是21年，是吧？你老跟他比什么呀？你怎么会认识他就21年？我得批评你们，你们不能这样啊！你说我这话写在纸上，你说哪句有毛病？对吧？写哪句都没毛病，您说他干嘛？我这么一个正人君子，都让你们给带乐坏了。您这人才不信呢。不是真的，就是你们闹的。人嫂子也跟家看视频，看完她也不乐意。能乐意吗？你那一见我，我跟你别走啊！你跟网上你台上你又瞎说了吧？可不是吗？你招的观众就笑话我啊！我说没有嫂子，咱们都台上说着玩嘛，你以后少说，知道吗？真是，记住了吗？记住了。嗯，真是的。嗯，这天那么冷，穿秋裤了吗？哎，管着管不着啊他！我说穿了，你少来，你准没穿啊？你过来，干嘛呀？什么？穿秋裤，我看看。不要去！我这转的也太快了，这个写下来哪句有毛病？你告诉我。哎，哪句都有毛病了，说到这儿也谢谢各位成全我。什么呀，你这？我们这都是打小一块长大的啊，倒是发小。我真的，我看着谦哥，其实有时候特别感动。怎么了？都有白头发了。你这岁数到了。那个小的时候，我认识他那会儿，哎呦，那个小脸蛋儿啊，粉嘟噜的。嚯，好家伙，怎么还打一嘟噜到这儿？一掐一兜水啊！您太使劲了。那个嫩呢，你看这岁数年轻。小时候我们在学员班那会儿啊，他外号嗯叫小阿哥。小阿哥，哎，还珠格格都看过吧？阿哥，哦，小太子养尊处优，富贵人家，嗯，他叫小阿哥，就那么洋气。我叫皇阿玛。哎，我们小哥俩那会儿啊，说实在的，不是哥俩了啊，您都成我爸爸了，您。别净说这个玩笑话，谁弄得还跟你开玩笑，弄得我怪臊疼的。谁呀？就是一块长起来，就这份交情啊，20年没红过脸啊，没拌过嘴，哎，就是这么好。我看着他也高兴，他看着我也高兴，这不挺好吗？他问我穿没穿秋裤，我说我穿了，他说没穿，他不信。您这跟谁说呢？这是啊，哪儿怎么又穿秋裤的事？跟谦哥啊，您说清楚了，确实这么厚道啊。亲哥哥也就是如此啊，关系真好，本性善良，就是说我呢，喜欢小孩，喜欢小动物啊，这就善良吗？您记着啊，爱小动物的人，嗯，都是这份儿的，对，心善。我上家去，好家伙，我一进门我就乐了，怎么？跟家那招猫递狗呢？你瞧这词儿就不好听，不是招猫递狗，养小猫了，也养小狗了，哎，逗猫逗狗呢，啊，小狗在这儿待着，小猫在这儿，啊，他过去。打那猫啊，想让猫误会是狗打的，好打架。烫猫一回头，他这乐了，狗打的。我说这干嘛呀，我家里没人，我自个儿还往沟里跳呢，合着。你就多单纯善良，我这叫傻。这个养小动物，什么动物都养，都喜欢呢。养那个宠物猪，你说这他啊，小香猪，这么大一猪啊！我一看，好家伙，我看见猪，我真是感动。您怎么又感动了？那猪残疾猪，我给收养了。三条腿后边有条腿装一个木头腿，假腿，跟那儿嘚儿嘚儿那么走，还养呢。你说那么个破猪，他还养啊？就感觉说这人善良。你瞧，过两天又去啊，这猪两条后腿都是木头。又少一腿啊！再过几天，前腿也一条木。谦哥，您这猪怎么了？是啊，兄弟，啊，这么好的猪，你舍得一次吃完吗？嘿，好，留下顿呢，还感情好，吃猪啊，让人感动啊！一晃20年下来，要感谢谦哥对我的帮助啊！您太客气，因为说相声嘛。天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就是我们，就是聊天嘛。但是最难也是我们，那倒是不好说，不容易。老得研究，都得琢磨语言的艺术吗？啊，哪怕一个儿化音，我们都得琢磨搁着哪儿合适啊，这是得研究。你看嘴里边差一丁点儿，观众听着会觉得别扭。没错啊，谦儿哥啊，
谦儿后边加一儿化音，嗯，谦儿哥，对，这就行，嗯啊，谦哥就不好听，他就不好听，对，单摆福哥也不行，啊，谦哥儿，你看这，就儿就不要是吧？啊，阿哥说的对，啊、谁说的呢？你们就不要，我们就老得研究这个，是，你看，包括有时候说话的时候，您发现没发现？您也是啊，啊，有时候说话爱比划，怎么叫比划？啊！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只能通知你。嗯，不。哦，这就一边说一边比划。我那天就琢磨这个，你看，嗯，一个字俩字哈，简单点还行啊，笔画多了也不行。笔画多了比划不怕。今天邀请您各位，嗯，咱们来一场饕餮盛宴。菜凉了，嘿，菜凉了，回来吧。快写完了，这行了，行了。对，这都臭了，这都。你看，你、啊、别人不研究，我们就研究。啊，你包括，嗨，你呀、啊，别什么什么不什么的了。什么啊？我很天真，你呀、啊，别什么天真不天真了。啊，你这个字儿多了也不行。啊，多了怕什么、啊。我认识于谦，什么于谦不于谦，这都行。啊啊，我觉得这事儿啊，就想起那诗来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呀、啊啊，什么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你说的对。哎，嗨。不抬杠了，这个就得研究，那是说相声得走脑子呀，那得我们不能落后。现在网络时代，人上网一搜，贵为什么过去说相声好说呢？嗯，对吧？那观众就老在这儿待着，听这一段，听完了明儿来，他得会一段就好干。嗯，现在你台上一说，人家把手机掏出来，夸一搜，你这胡说，哟，现在观众不好骗。什么叫骗？所以说要求从业者，我们都得有手机。嗯，啊嗨。就这基础啊，你得赶着他之前先搜出来，老得搜，你要不然怎么弄啊？嗯、否则的话我们就被时代的草鞋抛弃了，还穿草鞋呢？我们要追上社会的鸡毛信。呵，好家伙，没多快，就得研究啊！您这琢磨就不研究，我真特别爱研究。那您勤奋，因为对于相声演员来说，嗯，没有用不上的，你说都能用得上。你比如说最近我就研究这个，研究什么了？研究做梦。这做梦有什么可研究的？嘿，列位啊，没有人没做过梦啊，可以说是都做过梦，除非您家里没有床，是吧？啊，这嗨，你躺地上你也得做梦啊，就是啊，对不对啊？过去中国人老研究这个梦啊，哎呀，做梦怎么回事？梦见这个怎么回事？梦见那个怎么回事？啊，其实科学家讲话了，所谓的做梦，人休息了，大脑皮层没有休息，哦，他还在工作。嗯，把你之前的一些个存储的记忆释放出来，哦，结合你白天所接触的一些个场景、一些个事物，把它再现出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是过去确实街头算卦的，还有给你圆梦的，嗯，是吧？说是梦见水就好，水怎么好？发财。哦，水代表财。哎，于老师做梦，汪洋大海这么些水，这就说明要发财。哦，一睁眼，嗯，尿炕了。哎。这泡还挺大，那是发大财了。哎，这行了，这不至于。哎，梦见水就好。哦，梦见鱼怎么样？也是发财的意思啊。鱼也代表哎，富裕啊。其实很牵强啊。有鱼剩的钱，梦见鱼好啊。说这个梦见小小子不好，小男孩怎么不好？说这是有小人。哦，这代表小人。嗯，小孩嘛，小人嘛，对吧？哦哦哦，梦见女孩就好了。女孩怎么样呢？哎，女孩是贵人。哦，女孩叫千金嘛。嘿，哎，是这有贵人扶持。哦，这么解释。说梦见上月亮上摸一把。哟，这代表什么呀？说能当皇上。这这么好？这个不准。怎么不准？我梦见300多回了。您现在呢？还说相声呢。那就说相声嘛，我也没看见三宫六院啊。啊，所以这个梦的不准确啊。这下回别梦。嗯嗯，努力啊，努力。还有一种说法，梦是反梦。哦，有这么说的。各位准听过，梦是反梦。是是是。哎，梦见上面牙全掉了。哦，这个别害怕啊，没事。反梦。反梦。就是下边牙全掉了。嗨，那还得怕呀这个。你看这挺有意思。是这么解释吗？我在我们后台说相声这帮，他们谁做梦都爱找我聊。您会解这个？我爱跟他们聊这些，就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哦，嗯，你比如岳云鹏，岳云鹏做梦找你了，师傅做梦了。哦，好好说，别见起浪当的 先说梦，梦见什么了？嗯，我害怕。
怎么了？害怕什么呀？嗯，我昨天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一条牛，哟，在山上吃草啊。孩子，这就是个梦而已，对，别往心里去，不是真的。我一睁眼，床上那凉席儿没了，好家伙，吃了，赶紧上医院摘去吧。啊，对，赶紧摘去。嗯，你说这怎么弄，对吧？啊，包括我们这那高峰。高老板也梦啊？高老板也梦，高老板差着。高老板他媳妇儿，他怎么了？高峰的太太，这媳妇儿一睁眼，高峰，我梦见一个大钻戒，这不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看，高峰乐了啊、哦，跟我来这套，明白了。行啊，那个我先上班去、哦、啊，等我回来你就知道。梦见钻石是什么意思、啊、还有点小情趣。媳妇儿高兴坏了、嗯嗯、等一天。好。晚上高峰下班、嗯、拎着那个包装盒就回来了。还有礼盒。搁在这儿。啊、媳妇儿乐坏了、啊。梦见钻石什么意思呀？是啊。打开看看。哎，自己看。真好。打开包装，蝴蝶结都拆了。嗯、是什么？里边有一本周公解梦。哎，真是让自己看呐。看吧。可不是看吗？以后就不用问我了啊！对，嗯，那你说每家日子不一样啊，多缺德呀、啊！高峰就这样 啊，挺好。孙越他们家也爱做梦，孙越也找您了。孙越各位都知道哈，大胖子，我们这说相声的大胖子哦，300多斤，是站在桌子里边几乎都快漾出来了。哈哈，这些词儿用的，他那裤衩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好家伙，就这么大，巨胖无比呀！啊，哎呀。他媳妇儿特别好，两口子特别好，日子很好，是吗？两口，你想跟孙越一块过日子，那个玩意儿是吧？啊，他得多能吃肉啊，是吧？嗨，晚上睡觉，孙胖子还得躺在床里头，他喜欢睡里头，胆小。哦，别看这么胖，他胆小啊，他老怕人家偷他肉。谁那么爱吃这肥的？也是小时候穷怕了，嗨，睡觉他得躺里头，嗯，小喜躺在外头。别提小喜了，哎，睡着了，嗯，睡着了。孙胖子，你想那个身体，他这个玩意儿，他不是特别健康。哦，怎么不健康？啊，太胖了。是，哎，夜里呢上厕所的次数就多。哦，有点上厕了。好家伙！哎，一咕噜，嗯，咕噜下地上厕所。哎呦，一会儿再回来，一翻身又咕噜回来，上床。哎，他睡着了，他媳妇哭醒了。那是做梦了吗？做梦了。梦见什么了？梦见车祸，大卡车来回压两趟。好家伙，好，哎呀，有那么沉吗？这个您那真事儿吗、啊、哦，小喜是因为工作压力大，所以他容易做梦。哦，他是工作上面的事儿。哎，工作压力太大。什么工作呀？搬砖的。小喜。小喜。哦，工字搬砖啊，干粗活。呼，好家伙，能干。你别看他一个女同志，他一个人盯四个农民工，能搬砖。呵，白天搬一天砖，嗯，晚上回来做梦又梦见搬砖。好、哦，嗯，早晨起不来了。那是搬一宿一天，你这玩意儿。这后来孙越说：“我给你换个工作吧。换”换了吗？哎，找朋友给他媳妇儿换工作、嗯。换干什么了？卖保险箱。保险柜。呵，他媳妇儿一个人能抱俩、嗯、啊。盯八个农民工啊，还不如搬砖呢。这个啊，你说这玩意儿、嗯，你不服行吗？我也做梦。您当然也我也做梦 啊，做什么梦？哎呦，晕乎乎的。哦，哎，就飞起来了。啊，您能飞了？飞到天上了。啊啊，看见上帝了。您都见着上帝了。啊、您好，客气、哎，我是郭德纲。小郭同志来了啊啊。那个让他们炒菜，这炒菜炒菜，准备酒，大排宴宴，好好的款待郭德纲先生。不，干嘛这么热情呢？我那必须的。为什么？这么些年，终于有一个说相声的上天堂了。哦，嗯，剩下都下地狱了，是吗？好家伙，就一个，坐。哦，不，您坐，兄弟，来坐坐。嚯，称兄道弟了。哎，点一颗。还让烟呢、啊、不会抽。哦哦、啊、你喝水 啊最近忙吗？这上帝怎么那么厌气 啊这啊，
挺好的。嗯，是，托您的福，挺好的啊。挺好的，完了。行行行行，这行了，来了咱们好好聊一聊。哦，是，我说我也没来过这儿啊，啊，我也不知道我需要做什么，嗯、没有什么啊，不需要。你来到这儿了，就肯定会得到一份奖励。你给个职位。啊，你想做点什么？嗯，或者你有什么特长？哎，你说的特长。我说我就是会说相声啊，老实，哦，善良，嗯，说话算话，嗯，啊，爱世间万物胜过爱我自己。你住口！嗯，我不会把我的工作让给你的。嘿哈，这你要抢上帝的活。嗯嗯，说点别的吧。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很单纯。哦，你好歹说一个。对呀，说点什么呀？对啊，我说我。就是天天总工作也没有工夫出去什么喝个咖啡啊看个电影啊逛个街什么的，可以。什么叫可以？你现在尽情的去逛街、哦、去玩喝咖啡荡秋千都可以。哦，跟于谦的媳妇儿一起可以吗？怪害臊的，好害羞。这上帝怎么那么缺德呀、啊、这上帝什么话？这叫这废话，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干嘛跟我媳妇儿去？就是我们就这种哥们儿之间这个交情。谁哪儿哥们儿？我一看勉为其难吧。啊，哎，反正在梦里边我跟嫂子我们俩荡秋千喝咖啡、哦、看电影，你瞧，泡脚去，还泡脚，洗澡去。哎，出去洗澡去像话吗？不是，他洗他的我洗我的呀。你以为呢？啊，在同一条河里头。哎，这嗨，别提这个。很高兴突然间、啊、醒了。哦，还挺伤感。醒醒了吧，真高兴的时候、嗯、这就说明我不拿谦哥当外人。而且我怎么没觉得，我转天醒了之后啊，我白天我还找了去了。找我干嘛？哥跟您说点事啊。我做梦梦见跟嫂子那个吃饭、嗯、喝咖啡看电影荡秋千、哦、实话实说对吧、嗯、实话实说，但是好像他这个情绪不是特别好啊、哦，您也能瞧出来，合着。嗯嗯嗯嗯。啊、嗯哦，我说完了，我踏实了、嗯，我不会有任何瞒着我哥哥的事情。你是踏实了啊？我做个梦都告诉他。哦，我走了。哎，他这不行了啊。啊、嗯。想，哎呀，犯愁了。可不是得犯愁吗？心窄，这叫心窄啊！把孙悦找来了，要跟孙悦聊这个事儿啊。我要倾吐一下啊。嗯，胖子。嗯。啊啊。别比划了，您这。郭德纲做了个梦，嗯，梦见跟我媳妇儿喝咖啡，嗯，看电影，是，荡秋千，对，你说我怎么办？啊，不至于变这么快，知道吗？怎么说着说着就变呢？我怎么办？行了，孙悦都傻了，嗯，还有这好事呢？啊，好事儿，你怎么想的呀？不是啊，兄弟，你糊涂。对，他们两个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嗯，我的那些个钱就保不住了。想的是钱呢，我那些个钻戒啊，我的大项链、哦，我的手表，嗯，我的现金，没媳妇什么事？他们俩要全给我拐走了怎么办？哦哦哦！孙悦一听傻了啊，哥哥说的对，想起来了。但是我有个办法。什么办法？让我媳妇啊，嗯，给您弄一保险箱来。他上这儿推销来了，弄来吧，弄来管用吗？一会儿小喜给你背了一个啊，这付过来的。哎，来了啊，钱儿可踏实，不敢想，就一块石头落了地，这就有安顿了。当天晚上睡觉没有睡得这么好的了，心里踏实的，特别放心，是吧？转过天中午还请孙胖子吃饭呢，我得谢谢他呀，兄弟啊，敬你一杯，高兴。真喝。哎呀、嗯、我问你个问题。什么问题？什么时候可以放你嫂子出来？哎，我把我媳妇儿关里了，我这概念有点混乱了。我觉得这是做梦引起来的后果。哦，但是要说做梦，嗯，没有比谦儿哥做梦做得好的了。你想，我也是做梦，人家梦的都是美梦啊。我做什么美梦？于老师做梦啊，梦见自己是一个大学生。嚯，大学应届毕业生啊、哦，刚毕业，专业学的是按摩，有这戏吗？这大学啊，没有吗？没有，哪有按摩戏呀、啊？对不起，我因为我离开大学的时间太长了，我
啊，好，谢谢同学们，谢谢啊。谁跟你同学？这都是同学们啊。哪儿啊？反正于老师大学生就没有那戏啊。毕业之后，那就整个社会上就都吓傻了。怎么吓傻了？来了个人才。哦，就我就有能耐，嘿，什么都行，有本事。那是，画画也好。哦，这也行。于老师画虾。嚯，哼，画的跟天妇罗似的。哎，我画炸好了的虾呀。你看他的画，你准得流哈喇子，就那么馋，太棒了啊！哦，到杂志社去当编辑，文学我也可以。哎，国外的大杂志请于老师当总编辑，你看看，国外有一个花花公子，啊，花花公子的那个叔辈兄弟的杂志社，那叫什么名字？花子公子，啊，我这要饭的儿子那儿干活去了，反正就是梦里边嘛，一会儿一变，一会儿一变。哦，就那儿了。突然间又变了，又上哪儿？于老师变了，他到这个，到夜店去工作。啊，这上那儿？做了一名 DJ。哦，夜店里边有 DJ， 就站那儿哟，玩那电磁炉。呵，啊、电磁炉，我在烫着我该。不是，他们有一个滋儿的滋儿的滋儿。什么叫是不叫电磁炉？您呢？反正不打碟去了，上那儿。不懂，不懂，不懂。啊，不懂别瞎说。反正到最后，于老师事业有成。好，都摁锅里了，我有什么成啊？我那事业有成啊，成为一个大企业家，哦，做买卖成功了。哎，你成一个大企业的，你叫撞死人，创始人，创死人，撞死人？不是，你是头一个发展，你撞史上了那个，不是？怎么那么恶心呢？你是个撞史的人，不行，那叫创始人。哎，对对，撞死人，他撞死人，还是撞死一人，反正事业有成吧。那你就说有成，哎，事业有成，然后你就。上天堂了，我刚有成我就上天堂了。哎，上帝哟！啊，谦儿啊，他认识我，快来！嚯，走错地儿了吧？谁走错地儿啊？我也奔那儿去似的。你下边，我就该上这儿来。啊，坐。哎，嗨，您好啊，不会吧？会，我也没羞没臊啊。啊、这你要是肺癌死的天堂上可惨点儿，你这，你都到那儿了，你因为抽烟死了就不合适。啊啊，行，你抽完就走吧，好吧？干嘛轰我呀、啊？不是郭德纲来还大排宴宴？是啊，今儿个就咱俩不值当的起火，真的。怎么就不值当、啊？你抽一根就回去吧，啊。你上这干嘛来了？我这上来，我不知道，我瞧瞧您来。对呀、啊，你等会儿。嗯，你父母也在这儿。哟，我们老爷子老太太都在。呵，一回头啊，一道金光，于老师的父母，慈祥的老爷子老太太，嗯，手拉手也站在这儿了。你看看啊，嗯，上帝一瞧，来一颗吗？我说这行，不抽，一辈子不抽。是不抽的全让。多大年纪啊？嗯，我们老两口啊，啊，都70岁。这是我儿子啊，哎，这是我儿子。都知道了。嗯，上帝啊，我儿子知道了，怕不清楚吗？啊，这现在全清楚了。嗯，好好好啊。嗯，哎呀，老两口子一辈子做好事儿，今天到这儿来有什么想法吗？哦。老头说我一辈子安心工作、哦、啊，就特别想现在有时间了，我要周游世界，这是一个愿望。上帝一挥手，哦，一沓机票，嚯，给您，这是尽情的去玩，全是世界各地的、啊、去玩吧啊！你看看，你爸爸高兴啊、哦，太好了。还有一个不情之请，那您说，我们两个人都是70岁了，是这个周游世界，我想跟一个比我小30岁的女人一起去。老爷子也有点没溜、啊、上帝乐了啊，说到做到，满足吗？走你，这是一挥手，哦，你爸爸100岁了，把他变大了。这上帝这脑筋急转弯，这是、啊、上帝说怎么样啊，大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谁跟你猜谜了？这是不是好好玩？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你爸爸傻了啊啊！哎，对，都这样了啊。嗯，
谦儿赶紧过来了，是妈您也来了啊，爷爷您好。爷爷干嘛呀？一百了这个不，那也不能这么叫啊。老头说别闹 啊，别闹别闹，是儿子你也来了，嗯，我也来了，您这是要周游世界？对，是是是，你甭管了啊！哦哦，我跟你妈周游世界去玩去吧、嗯。你好好的啊！哎哎哎，您放心，我没事儿。哦，你那个工作怎么样了？还关心我？很好，我那个画的虾像天妇罗，就别提了。我还会打碟，滋滋的电磁炉啊！我还是一个企业的撞死过人啊！行了，都是我。那好那好、嗯，个人问题解决了吗？就是结婚没有？哎呀，您放心，已经结婚了，那就好，啊、挺好。那个、我媳妇儿跟郭德纲还打秋千，说这干嘛呀？啊，那可不重要，不重要，孩子这都不重要、啊，不重要。那个有孩子了吗？啊，问这个。嗯，孩子也有了。那好，您踏实住了。嗯嗯，孩子是你的吗？哎，您放心，一定是我的。那没跑。老头乐了。哎，那就好。对，千万别走我的老路啊！哎，去你的吧。这世界很酷。下面请您欣赏学习和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啊，刚才那我也早发现了啊。哎呦呼，我的快递看见了吗？是够快的，别花钱，千万别花钱啊。嗯，这个来了捧我们，这就够感动的了，感激不尽啊！你送着花、你搁不了几天，这玩意儿，您还想怎么着？待会儿我在这桌子上绣一个收款的二维码，您各位来了，哎，一扫，凭什么呀？这就说这意思啊！啊，这说相声的跟观众之间，嗯，咱们就是一家子，对，亲如一家，对不对啊？咱们都是自己人，哎，你看刚才这其实也是自己家孩子，都没外卖。那大胖子叫杨鹤通，是啊。杨鹤通是我徒弟，嗯，站在外边这个呢叫冯兆阳，对，这是于老师的徒弟。哎，那是我徒弟啊、你别看于老师徒弟不多，嗯，哎，一个是我亲儿子，一个是我干儿子。对，刚才这就是我干儿子，没错啊，特别开心，是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这叫怎么说话呢？因为到我们这个岁数，你先等一会儿吧，就喜欢孩子。行了行了，别说了，哎，什么事情？哎，您把台上这几位给拎清楚了，怎么回事？把我也算进去了，您这儿子里头。你跟他不一样，多新鲜呢！他是干儿子啊，我是亲儿子是吗？我得批评您，于老师，干嘛呀？这么大年纪了，这么一个成熟的演员啊，不要一天到晚的在伦理方面找一些个包袱，不好。这是说我呢吗？对对对，啊！而且你说小孩儿啊，站台上说哈，这个，刚学相声那个六七岁十几岁是站台上，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嗯，观众觉得厌恶。哦，那俩孩子品格不高。哦，格调不好。真到咱们这个岁数啊，谁是谁爸爸也就无所谓了。对，有所谓，就这事儿得弄清楚了。你呀、你想太多，我就告诉你一句话，于谦，你记住了。怎么着？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哼，我也得要啊！你要我还得给呀、我凭什么呀？你愿意喊是你的事儿，我凭什么愿意喊？我不会了啊！我得问那几个孩子。我干嘛呀？我怎么那么贱呢？好，行，拉倒啊，没事啊，压根儿以前也没事儿。你看这人是非吧？你看见了吧？怎么了？那么大岁数啊！我呀，你看说相声，什么叫说相声？各位啊，这就是说相声啊，这就是说相声的最高境界。嗯，就是聊天儿。哎，那就是说话。最怕的就是让您看出来这俩人在表演，这就完了。你看，比如刚才我们这个小玩笑啊，啊，这什么谁是谁爸爸，谁是谁儿子，那是玩笑，对对吧？但是你要让人看出来很刻意的了，哦，看着假了，这就没意思了。哦，看着假了就不行。观众看完得想，是不是真实？这谁那么执着呀？这是我替观众那么开心啊，就不用了，没有人当真。一晃啊，跟谦儿哥在一块儿，我们认识就20年了。对，真感慨，是时光荏苒，岁月穿梭，这太快啊！嗯，这个认识他是一个很偶然的情况。是，当年我落魄在北京，哎呦，谈不到，也没人认识我，也没人知道我，嗯，也没人管饭，天天饿得看谁都是饼。嗨，在那个情况下，人家介绍了认识于老师。哎，当年谦儿哥那会儿。已经改行演小品了，就不怎么说相声，演电视剧。对，
那个叫什么小龙人那会儿啊，嚯、哦，那可早了是吧？嗯，头上有犄角啊，嗨，那是个主题曲，有那个吧？有，他那会儿演那个犄角啊，我演犄角，不是我这戏也太次了吧？我这、没有那个角，没有那个角啊，我演鸡呀、啊。我告诉你，我要去举报你。嗨，这举报我什么呀？这那么大岁数，一天到晚、啊、有点正形没有？举报我说赖一字儿啊！演小龙人那个啊，是那里边的人物。对啊，这一晃一路走下来啊，感谢谦哥，您太客气。郭德纲在相声舞台上其实顶多占20%，那剩下那80%呢？于老师和他的家人。啊，这都搁他们身上了，合着很多我们的同行指责过我，说什么呀？郭德纲那个相声听不得，哟，他那个相声离开于谦的媳妇儿跟于谦的父亲就没法说了，就不行了吗？我其实我很感慨，老少爷们们，你们得疼啊疼啊我。怎么呢？我打小啊说相声站桌子里边出身，捧哏呐、啊，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嚯、哦，10年捧哏，谁站在外边谁说我。哦，他们也说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郭德纲他们家怎么怎么着、哦、嗯，因为那个词儿就是这么设计的，相声谁站在里边谁来这活，你别看我台上说谦儿哥这那个、嗯、你知道他分钱的时候都乐成什么样了吗？喂，嗨，你提这干嘛呀？那是工作呀，啊，这角色嘛。而且我们不能说别人呢，我哎，你看那排那是作为大胖子，哦，那大胖子比孙越还胖、哎、啊，他媳妇叫碧玺，如果哎，行了行了，我这儿没说完，他菜刀上来了，急了，他揪着我上派出所打官司，我一点辙也没有。哎，我们只能说自己，其他行业也不能说，也不行。你看我这儿说完了，那儿就发微博，明天我们俩就得道歉，所以就完了。你为了糊口，天天道歉，我们还干点别的不干了？就说是，只能说自己人。嗯，但是现在说自己人也不行，说自己人也容易让人举报去。是啊，天天在台上说于谦的他爸爸，说还说跟于谦他媳妇儿。你没说呢，你自个儿就美上了，你这个，我就想，天下怎么，行，别想了，你，你还不如说出来呢。我其实从小的时候，我从艺那年啊，我7岁，嚯，我是先学的评书，哦，评书开蒙，我是评书开的蒙，哦，9岁呢，学的相声，哦，干了这么多年，一直到80年代末期。嗯，说相声实在不挣钱，就是我就唱戏去了。哦，啊，那会儿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嗯，这三个剧种我都干过。嚯、哦，我当年搭小班，什么叫小班？所谓的小班，就不是您想象的国家的什么大院团呐、啊，嗯、哦，国家拨款的那种剧团，不是。那小班，一帮老艺人，嗯，带着几个在团里没有工作的演员啊，哎，加上我们一帮孩子，20-30人。嚯！租一堂戏剧服装，我们就出去演出去了。嗯、上哪儿啊？这叫小班，净唱什么外县呐、啊、庙会啊什么的呀。嚯嚯！就指着这个、嗯、唱一场戏挣6块钱。啊！刚开始，后来唱一场戏是9块钱。80年代末期，我很知足。是吗？那会儿馒头是1块钱6个。嚯！哎，一天唱两场戏，那个馒头吃不了。啊，这反正够吃了。就这样呢，唱了5年左右。哎呦，哎，这后来又回来说相声，因为舍不下这行业，爱这啊，一路走来非常的感慨，嗯啊，包括刚才人主持人都说了啊，啊，学西河，对了，什么叫西河？就是西河大鼓啊，罢了，恭喜你答对了，啊、这我再答不对，你是不是嫂子跟你说的？我这事儿用他教我吗、嗯？我所谓的这个。跟您各位说西河呀啊，其实指的是西河大叔。哦，大叔，我小的时候开始先说书。哦，天下说书的分两种。哪两种？一种是评书啊，一种是古书。哦，古书。评书啊，袁阔成先生说的那是评书。哦，哎，天津刘立福先生他那个、啊、都算是评书。嗯，他说聊斋什么的，是刨去他们，剩下这些位，你说单田芳先生、田连元先生、嗯、就这些位先生啊，叫古书。哦，就是西河大古书。哦，这有一个古，唱一会儿说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会儿，也说大书。哎，你看田先生、单先生、嗯、啊，单田芳、田连元、嗯、他当家那个字儿，一个是田字儿，一个是连字儿，是，但是他们算是师兄弟儿。
哦，这也排字儿，因为这个行业它是四大门派，嗯，眉清胡照，这四门下来到这一辈儿，正好这是田字儿、嗯，这家这个呢是连字儿，哦，哎，所以你看他们是一辈儿的，嗯，我说书的这个师傅，嗯，金先生，嗯，他排连字儿叫金连瑞，哦，金先生，对，所以说我在评书门里边，我的名字带个曾字儿。哦，下边这是曾曾字儿，您记住了，只要是评书曲艺演员，名字当间有个曾字儿的、嗯，我们是哥们儿。哦，师兄弟是干这个。西河大鼓现在也唱的不多了。哦啊，河北省还有很多演员唱的好。哎，北方有。啊嗯、对，各位都听过西河大鼓吧、嗯？我要批评你们啊！是啊，一天到晚的，你们一听相声就搜点那个谦儿哥、谦儿嫂、谦儿爸爸怎么怎么着。那不是都是搜你的吗？那个，好、啊，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这些个传统文化没人继承，不就坏了吗？啊，西河大叔，是不是啊？啊，我给你们唱两句，你们听听好不好？这是得听一听，好不好？好。你看我这个，我心里好难过。怎么就难过？你看往常要他们搭下茬的时候喊的可热闹了，是啊，你给点正经玩意儿都快睡着了。哎，没有，人家喜欢听。你看啊，这多热烈！好，咱们就算唱完了，好吧？啊、就算唱完了啊！您得唱，得唱。我让他们把我那个道具拿上来啊！还有道具，嗯、孟鹤堂。好，来吧。哎呀呀呀呀！我带身上。这个你是吃完药上来的是吧？嗯、行了，好了。好搁在这儿就算掉不了了。嗯，那错不了，这就踏实了啊。嗯、好。这个你们可能以为是个小棒棒，但是我们有名词，这叫棍儿，还不如叫小棒棒呢。哎，有这个了啊，啊，还得有一弹弦的。哦，弦师、嗯，没有来，没来，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开心，嗯、他们估计到了。嗯、哦，你们知道谁给我弹弦是吧？嗯。哈哈哈您请说换一个吧咱们好不好别换一个人这么奇你让他们猜着下回他不买票了、啊、没听说过啊啊我有个徒弟会弹弦是他的名字叫周九良对、啊、咱们请上来、嗯、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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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得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们好多姑娘跟着喊九良好帅、嗯、这些个无知少女啊嗯太棒了他这叫三弦儿对、嗯、但是我还真是没正经的跟周九良合作过啊没合过弦儿嗯我因为最近也很忙其实沾古曲类的东西也很少在唱、哦啊、多少年不碰了、嗯、有可能手也不跟使嘴也不跟使所以咱来点别的吧好吗哎这不您说这么热闹就到这儿结束了不成了人就这特点啊啊您展示一下周九良哎叔啊会弹弦吗会吧你把那话筒抬起来要不听不见你声音会吧啊好放下要不听不见弦的声音周九良是我们德云传习社的那批学生哎啊这一晃来多少年了来了11年了是吧真感慨来了11年了来那年啊49这一晃好家伙这没有啊16啊来啊16岁来的对小的时候你不知道可丑了啊这现在可能是我看惯了可能是嗨、嗯、好多小女孩还都喜欢周九良是吧、嗯、谢谢大家的慈悲啊也谢谢各位女施主 嗯咱们试一试丝弦的高矮好啊让大伙儿听听西河大鼓是什么味儿的、嗯、啊来什么调门还是原来的调门太好了我就喜欢跟他用这种普通话聊天对我都没听明白那是啊你好了没好了吗来好久没唱了先唱一个这个因为过去啊西河大叔啊我们讲究说三碗酱杨家酱薛家酱呼家酱哦这一套书一说就得3个月这么长哎说会儿唱会儿说会儿唱会儿嗯所以后来有的演员因为时间长了他觉得带着闲诗也麻烦、哦、就把这唱放下了单纯的说书哦这就是说为什么好多你说田先生啊单先生为什么光说不唱呢原因是在这儿了啊有了光脆就光说不唱、哦、啊你好了没来
敲这鼓特别感慨啊，一敲鼓都冒烟了，有日子没唱了啊，有年头没使了。嗯，传下来，午门外惊动了年迈的太太，答应了一声，微臣遵旨，抖擞精神，我进的宫来，头上的凤冠压了腰带，蟒龙袍绣八宝，福寿天来，右手扶着龙头的拐，左手搀着小小的巡差，走过了太和中和宝和三层殿，文武的朝房在左右改，楼台殿阁重修改，御史的栏杆一块白，当今万岁。就在当中国黄金钩拴绒绳啊，龙年分两开，老太太龙头拐点三身行，君王还礼来了那安四海定龙台，岁年迈志不衰，桃花马马踏南唐御北塞，绣龙刀刀斩天下众英才，一腔热血赴圣主，哪个奸则他敢来，天波杨府的佘太君88岁老太太呀、啊。太痛快了，嗯，哎呀，你说要多少钱吧？哎呀，嗨，这还带给钱的呢。先唱一段，先试试丝弦的高矮，合的不错。我自己也恢复一下，真好。我好多年不干这个了啊。那会儿有时候也是弄西河大叔，哦，也唱大叔，哎，说一会儿啊，聊一会儿，说一会儿，聊一会儿。嗯，这行其实挺好玩，这多好啊。为什么要加上唱呢？跟您各位说实话呀，嗯、啊，比如一下午3钟头的书，嗯，在书馆里边有这个，它轻省啊，唱到轻省，3钟头光跟那儿当当当当当当，好家伙，那得累死，嗯，得累的头发都得打卷了啊！我这累的，我这啊，不至于，你就别跟着起哄了，你这，哎呀，我这一下俩打卷了，在这儿。这个就能轻松一会儿，而且呢，还形式上呢多变，哎，对，不是光说，哎，还有唱，对，观众也喜欢，嗯。但是呢，过去的老艺人说书呢也挺好玩，怎么？他有时候就为了抻时间，因为一套书要说3个月，那就挺长的了。你要上电视台录去，30分钟一段，嗯，说多长时间？200块钱一段，录完完了。哦，书馆不行啊。书馆呢？书馆里边这一个书最少3月，3月之后换下一个书馆。哦，时间不够怎么办呢？所以每天书里边都兑水啊、哦，他得往长抻。有时候跟那儿一说书，一开始一说唱了，唱半天，你都不知今天是什么书。那您这有点夸张，唱半天不知道什么书。你看您也干了这么些年了啊，这也是老艺人了啊。那不算。年底我们准备搞一个于谦从艺3周年，然后一个才三年呢，纪念活动啊。我这厨啊，这是。我唱几句，您听听。我这张嘴我就知道什么书。你听听是什么书啊？可以啊。你要听出来怎样？你要听不出来又怎样？我怎么不能听不出来？您张嘴4句之内，我肯定听出来。听嘞 啊！4句之内你就听出来了。对了，太好了。嗯、啊，
四句之内要听不出来啊，咱们输点什么的。您说吧。我上你家拿点什么去。我也不动手，一进你门我一努嘴跟我走就行。您唱吧，别贫了，跟着。听的什么书啊？哎，我听着。什么书？这没唱呢，您得唱啊。让你准备啊。哎，我听着呢。大众的佛台，您那慢慢的听。压住了锅碗，风景明宫，爱听文来，爱听武，爱听剑来，爱听中，爱听文来，包公案，爱听武的有那水泊梁山兵，爱听中来，雕口我准，爱听剑来审判红，半文半武。拿柜台刘大人奉旨的钦差出了北京城，河间险险沧州下了山的东，听书的以为我把词儿啊忘啊，哪知我自幼学艺下过了苦功，倘若是人前把词儿来忘，指什么吃喝穿戴交下了宾那棚，黑狗撵着拨毛玉土，万公舍间他是找直了崩，丝绦断了还得丝绦续，续上根麻绳子那可是不成。听书的各位往南边看，来了那能征管战，管战能征出虎其类八虎多脆，来了一位了那是虎将大英雄。哪段？不知道，这不知道。你这一句正词没唱啊！你跟这待着，我上你们家领人去。再就回来，没应这事儿。你这啊，不是您这一句正词都没唱啊？这叫书套子，全是闲白。一上来先说，这就能占老半天功夫了。那是唱不短。啊、这是说书唱大鼓的技巧。你敢等着这里边书俩人一要见了面，那可更麻烦了。见面想问个名字都很困难，这也能唱半天。那是你比如哪怕京剧舞台上啊，啊，两军阵前啊，哦，这一女子姓甚名谁？是，哎，这儿小姑娘于谦。哎，嗨、啊，你这泼妇，这叫谁呀、啊？哪您就别这发。但大鼓里边要想问个名字可麻烦了，一问一答的事情。好、啊，想问我的名字，你且听了。您来吧。提起来我的家。家道有啊，说吧，说我无名，道有名，高山上点灯，明头我大呆，海里栽花要跟那横，东洋海飘的来，木鱼的鼓敲一下儿，噔吧楞噔。四海扬名，您要问我的名和姓，整一整我的古板，咱们下本的接着再听啊。下回，好家伙，唱这么半天，下回说呀。这也就是艺术创造可以哦，现实生活这儿行吗？不行吗？半夜三点，于老师拿了四个包袱走的三环上啊，来警察同志一问。
您姓什么叫什么啊？高山上点灯，哎呦，命头那非弄走不可啊！好家伙，包子都吃不上，是吧？说的是，还别人吃包子吗？你我拿四个包子干嘛？心太宽，四个包袱。你这个耳朵是不是头发长了挡着？没听说过、啊，这些都不可乐，是吗？最可乐的就是唱着唱着他要忘词了，那就算乱套了。好家伙，刚才那还没乱，这还能乱吗？啊、你听，有一个挺可乐的先生啊，哦，唱着半截乱了啊，真忘词了。来，周九良，咱们听听。大清夜统，锦绣江红啊。刘墉参国政，吴仗着和珅和世龙，好，只接引左连城告御状，刘罗锅奉圣旨，他处理了北京城，没毛病，到这儿都没问题啊。对呀、啊，往后听啊，来，上打着一把。黄罗伞啊，下诏着八抬叫一乘，叫里边坐着一个老道，老道仙风道骨，果然是威风。谁呀？而打鼓，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唱半天不是老道，吏部天官、啊、名叫刘墉，想起来了，刘大人圣旨山东去、嗯、刘大人要去山东城，又悬，刘大人离了北京地，对，刘大人离了这个北京城，老是两遍。刘大人不往湖南的去，废话。刘大人不去山西太原城，嗯，刘大人不往两广的去。刘大人不去关外奉天城，你说他去哪儿啊？刘大人啊，他不走清河沙河昌平县，要说相声。刘大人啊，沧州县县，沧州县县，直接的下了山那东。哎，对对，刘大人，嗯，坐着那八抬，啊。说你们站住，停住，我下轿溜达溜达行不行？这跟谁商量啊？刘大人，嗯，迈开了大步，哦，往东啊走，奔东边了。走了一会儿又往南行啊，拐弯了，往南走了，嗯，十几步，扭回头来又往西行，嗯，刘大人，对，刘大人怎么了？刘大人他是一个大人，全是废话。刘大人他走着走着，怎么样？他就站起来走啊啊！大人一直趴着来了，刚才打磨打磨土啊，说腰眼儿疼。废话，谁让你老撅着了？刘大人啊，嘿，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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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别甩枪了呢。啊，刘大人往
前走来，用目观看，有一座民宅在面前迎。民宅，用手推开，门双扇，进屋了。里间屋不远，在面前迎。用手推开，门两扇，炕头不远的面前迎。这里屋了。刘大人迈步就把炕头上。嚯，窗台不远。嗯，面前迎这位刘大人，电不拧腰就把窗台上，窗户只撕了一个大窟窿，他跳到了院当中。这好嘛，绕一圈又出来了。嗯，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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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要老这么唱的话呀，这刘大人到不了山东。那可不是吗？啊，转圈吗？啊，他说的啥呀？这是、啊、我最喜欢观众坐底下说话。是吗？你要不说话呀，这没意思了。嗯，为什么说观众爱搭下茬？于老师知道吗？您说一说。你看周九良，你一上台观众就老跟你说话，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吗？不知道是吧？这个刚才好多姑娘喊爱周九良，你知道这句话吗？他们都夸你好看，你知道吗？啊，这谁知道？是的，哎，他们说实话，他们爱说实话。观众为什么要在现场搭下茬？嗯，只有相声有，只有相声有。芭蕾舞你看都有搭下茬的吗？那在哪儿搭呀？交响乐你们搭下茬吗？是吧？不成，那得人扛出去捆在门口树上泼上水打。好家伙，只有相声，这是您各位喜欢我。哦，哎，尤其是这个在家看视频，人家都到现场搭下茬喊，我们是否也能喊一个？嗯。这是观众演员之间连接的纽带，哦，就靠这个。第六，但是今天啊，我不知道你们是因为戴着口罩的还是怎么着啊？嗯，起哄的不多啊，我准备带着你们一块玩一会儿，好不好？嗯，周九良负责指挥他们啊。哎，好多人在视频里边都爱跟德云社演员开玩笑，就喊这个，喊退票。哎嗨，好。我找半天，我还说今儿没坏人呢。嗯，嗨，好，这儿有。来，我指挥三二一。周九良，哎哎，是吧？往常看见观众喊退票，你怎么回答？退吧，这让退啊？对，你要退就全退，别留俩耽误我下班。太棒了，哎，我是这么想的，要喊呢，咱就一块儿喊。一块儿喊，哎嘿嘿，我那天玩一回了，我意犹未尽啊。怎么玩啊？所以准备今天跟大伙儿咱们一块儿，也正好周九良也在这儿了啊。嗯嗯，咱们这样，九良、啊，哎，是吧？嗯，让他们大伙儿，我说开始，你们就喊退票。然后呢，你们一说退票呢，我得问你们，我说谁呀？你们大伙儿一块儿得拍胸脯啊。啊，我呀，啊，我得说这个，干嘛呀？你们说退票啊？嗯，然后我说去你们的吧！啊，你们再说嗨，哥，好不好？好，咱们拿这当底了。这词儿，你们记住了没有？没记住啊？你看我跟九良来一遍啊！啊，九良喊退票，退票！哎，谁呀？我呀！干嘛呀？退票啊！哎，就去你的吧！你得说嗨。嗨，是不是词儿多了点记不住了？就说是呢啊，那咱们简化一下啊。啊，退票是你们的。嗯，我问谁呀？你们说我呀？我说去你的吧！咱们一块喊一嗨就得了，好吗？得喊出那个国营说相声的那个状态来啊！准备好了吗？嗯，来啊，预备开始啊！预备开始。退票。谁呀？我。干嘛呀？退票。去你的吧！这世界很酷。请您欣赏《富贵逼人》，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哎，谢谢啊！刚才是高峰、栾云平啊，是啊，让他们俩人下去休息一会儿啊。那换我们俩人来了哈。嗯，我一弄这话筒，他们有人乐，嗯。可不是乐吗？我才不往心里去呢，是吧？是啊，长那么高接树叶去。嗯、高老师不错，高老师很好啊，卖力气啊。嗯，好家伙，这哈喇子、哎，
至于不至于。旁边捧哏的那是我徒弟啊，小栾，栾云平啊。对，观众多喜欢啊啊，爱看，好多观众还给咱们编了好多顺口溜呢。哦，都什么顺口溜啊？呵，听于谦，不阴天。哦，我管天儿。哎，信高峰，得永生。嚯，卖了窗户门。嗯，听听郭麒麟。哎呦，不要爹和娘。嗯，听听孟鹤堂。好家伙，这都谁编的？都是热心观众给编的。这哪位热心观众编的？都是自己编的。嗯，自己编的。你以为观众有那个闲心给你们编这个了？哦，你只要一看见，哎，编的那都是自个儿编的。啊，自个儿挺好。说相声的这行100多年历史了，嗯，出现了很多好演员，是有的红了，有的不红。哦，没红，你看是不是？是啊，你看有的粉不劲儿的，啊，没红透，有的呢绿不劲儿的，这怎么回事？哼，嗯，看我干嘛呀？不是，就想啊，就哎，就为什么这个演员绿不劲儿是吧？啊，您好好想，啊。是是是，这就是每个人的艺术不一样。哦，当然了，嗯，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命运导致。哦，这是命，这个东西不是迷信呐，是吗？不是封建迷信。那过去人讲话，这个人在命在运，嗯啊，包括你这命里边走五行。哦，金木水火土，这是五行。哎，郭德纲木命，木命。郭德纲就是筷子木命，还是筷子木命？筷子木命。哦，哎，侯震。侯爷，主持人侯震什么命？哎，烟痛火命，叫蹭点火苗。哎，嗯，孙越，他呢？簸箕土命，搓土的。哎，于老师，我马桶水命。呵哈，怎么就单我这么脏啊？就说这意思啊。你说，啊，你比如侯震，侯震都知道，主持人侯震啊，我师弟，对，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没错。我师父侯耀文先生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嗨，这位是遗产，侯爷，嗯，相声世家，对，这个命里边带火，啊，这是火，烟通火命，啊，要火，确实，而且你说，就这个人太可爱了，侯爷，就你们都认识侯爷哈，都知道侯爷嘴碎，对了，啊，但是侯爷很善良，哦，人好，尤其是我们那弟妹也特别可爱。你看哪弟妹都可爱，你，嗯，哎，这还好说心缝里去了啊。嗯，侯震这媳妇儿怎么样？单纯善良，人好，大脸蛋子。我跟侯爷一个风格。哼，啊，大眼珠子也这样。呵，他们两口子睡觉躺那儿，嗯，炕上就跟俩盾牌似的。好家伙，摆枕头上了。嗯，啊，俩人好之极。长都一样，结婚这么些年了，嗯，还跟新婚恋爱是一样的，感情好啊。就咱们站边上看着，就觉得很感动。哦，啊，没事了，带媳妇玩去，出去旅游啊？啊，还找我呢。嗯，师哥，哦，我跟弟妹出去玩去，都玩什么好呢？瞧，还挺像。我还给他讲，啊，喝茶呀，哦，吃饭呢，嗯，荡秋千呢。这都是您玩过的，是吧？嗯，行了，别提这个。两口子去了，哦，两口子蹦极去了，没听您的啊？蹦极去了，啊，站在那上了，多高啊？那是得高啊！吓死我，他也不敢啊！啊，哦，人家两口子就玩这个，胆儿大。侯爷还劝他，嗯，就这现在玩，是吗？再过4个月，你说你生了，咱没法玩了。再4个月就生了，还玩呢？嗯，好家伙，胆儿太大了。侯奶奶站在那儿。嗯，我害怕，那就别玩了。我不敢往下跳。哦，再一个，我今儿吃的炸酱面，这怕什么呢？我要一跳下去，我能吐一下子。哎呀，面条、菜码、蒜、炸酱、青豆、黄豆、黄瓜丝、胡萝卜丝，我都能吐出来。好家伙，吃的还真全。侯震得劝他。啊，你干嘛不跳？这是一个人这叨唠呢吧？这是，怎么都一个味儿啊？两口子嘛。哦。侯爷侯奶奶嘛啊。哦。侯爷劝他，凭什么不跳？嗯，花了钱了，哦，花钱，哎，就不跳，我害怕。好嘛，害怕也不行。嗯，老话说得好，怎么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什么意思？侯奶奶说：“你拉倒吧。”怎么？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个乱七八糟，今日有个万重山。
谁听得懂、啊、你说什么呢啊，道德三皇五帝国民下河山不周五霸七军闹春就你还说点正事儿不跳了。侯爷真急了啊，花完钱了。对呀、啊、下去。哎呦，推下去了。日啊，下去了，那总算跳了。一回头侯爷看见工作人员了。啊，你拿个绳子干嘛啊？没绑上就给推下去了。哦、啊、怎么样，水面上一个大盾牌，嗯、啊、旁边都是炸酱面。好家伙，下一人也别跳了、嗯、吐得那么碎。好家伙，云是好啊，这都什么好哥们儿。哦，这好、哎、那当然，一个一个侯震，嗯，一个谦儿哥，啊，又套我了，这都是我的最爱。您客气，我们真拿他当自己的亲哥哥一样。是吗？你看我老侯高峰跟谦儿哥、嗯、我们一出去，嗯，有点什么事儿，先生听于老师，就我长几岁，你包括我们吃饭往这一坐啊、嗯、这菜单搁那儿没人点菜，非得他，这尊重我。服务员来了，郭老师啊，吃什么呀？啊、哦、于老师定。哎，对，尊重是。侯老师，您看您吃点什么、啊、对呀、啊。侯老师也，于老师定。嘿，哎，高峰老师，您看您点菜。哎，于老师定。哎、哦，服务员看看他。是。于老师，嗯、啊，要不您洗洗屁股吧？干嘛呀？什么意思呢？他们仨都说吃于老师定。好家伙，是这意思吗？你、啊，我都没听说过你。不许乐哇，改天请你们吃饭好不好？哎，行，咱们听于老师，于老师定好吧。别介，您定您定、啊、您还客气客气。我没工夫跟你们吃饭去，我得荡秋千喝看电影去、啊、好开心啊，真的干这行说实在交钱我都愿意干，真的。我不愿意干。往这儿一站，这一瞧见我发自肺腑那么痛快，哎，高兴，那是说了天亮我都愿意啊。哎，对，啊，好，你们早歇着。哎，这回来回来回来，您这不能走啊，就爱跟谦儿哥在一块儿，关键是感情在这儿，是认识20多年了啊。我认识人家那会儿，实话实讲啊，嗯、啊，我那会儿落魄之极啊。你们老提这个，人他那会儿就已经小富婆了，嗯。我男的女的，我小富婆了，小富了，小妇女了，不是没就很有钱了。那会儿不到我20年前，我各位，我在北京，我有时候哎呀，这些日子营养不良，我要补一补。哦，我说吃个火锅吧，啊，点一锅子涮点白菜，酸菜丝儿，啊，哎，那个蒿子杆儿，都青菜，柳树芽儿，哎，曲麻菜，全是野菜，过生日才加块豆腐。你瞧，我就惨成那样啊！当年于老师，人家那会儿，人家那个火锅，好家伙，本来那火锅就外边一层纯金，镀金，金火锅，金火锅。哎呦，那锅里那东西，好家伙啊、嗯！什么什么呀？腰子、肾，那、啊、就类似，就是这一锅牛的、驴的、羊的、马的、猪的，坐在屋里，坐在那儿。甭吃，街坊在外边，好家伙，谦儿跟屋炖尿呢。那没听说过，这干嘛这么骚气呀、啊？我这大补啊，我光补了味儿怎么办呀、啊？那个顾不了许多，咱跟人比得了吗？啊！我当年落魄的时候，我穿那个西装都塑料的，塑料西装。那我那个帽子是地板革的，还是塑料的？我的大衣是宣纸的，还薄。啊！下雨我都不敢出去。怕湿喽？对，人谦哥，人家咱不说别的，人家那会儿裤衩都貂皮的。我太热了吧？我撒泡尿40来度。好家伙，捂的这是。你不服行吗？是体温上来了啊？咱我那会儿啊，为了工作，为了吃口饭、嗯，一天到晚在北京各处奔波，人家没有。我不用，人家就是吃喝玩乐，啊，天天玩啊。哎呀，人家也有公司，啊，天天赔钱不往心里去。不在乎，坐在办公室里边，嗯，10多个助理围着两边，哦，大板台这一坐，叼着烟卷，我这作死呢，我这办公室后边大匾啊、哦，4个大字写着“大展黄图”，黄图啊，我干嘛呢？跟这儿叫什么？大展红图，大展红图。对，我那会儿给人说相声去啊，嗯，10块钱一段我就干。啊，便宜！
于老师那会儿，因为90年代人家1000块钱一段，我就贵点儿啊，坐在屋里、嗯、我得出去找去，您要演出不要啊、您这庙会用人不用我来哦，人谦儿哥人坐屋等着等活，他的助理出去给他去谈工作，是给他谈演出，经纪人吗？哎，弄那个小名片啊，哎，写上于老师联系电话，找酒店往门缝塞啊，我那相片穿着裙子吗？干嘛？我这还是大展黄图啊！我这不是就是人家这个不当回事，他就怕工作多，那累呀、啊，工作大是耶、yeah ？什么呀？人家不在乎这个，人一天到晚就是玩啊，啊、对吧？天天这10个保镖伺候着，是走咱们玩去，哪玩？看车展去，看车展就喜欢看车展哦，你车展里净是那个卖汽车的大姐姐们。是美女，哎，各式各样的啊，就啊，站在那个车旁边啊，这好，孙悟空和奥特曼站车边上，咱也不懂啊，哎，有的地儿那车展那个大姐姐还身上画画，人体彩绘，有吧？有，呵，站在那儿，于老，啊，太好了啊，画好，哎、高兴，爱看就爱看，嗯、啊，看车展一会儿出来，买瓶奶喝，啊。我看馋了是怎么着？我什么话这叫废话？我这怎么勾连的？这是就说这个意思啊！人家想上哪儿上哪儿啊！突然间坐在那儿，我要去非洲，我怎么了？我就要去非洲，我要看动物大迁徙。哦，那个地儿叫坦桑尼亚啊！是，我要到热带地区去坦桑尼亚，高兴说走就走啊！你说这个玩意儿，咱还得犹豫。啊！我去一趟保定，存3年钱，至于不至于？人家上非洲，当时就走，站脚就走，棒球帽、大墨镜、小背心、裤衩、拖鞋，啊，那地方热，走，开车奔机场、哦，嘿，坐了机场里边高兴，嗯，指着窗户外边，是瑞雪兆丰年呢，哎，啊，冬天去的呀，这是快圣诞了吧？这就啊，好家伙，我再冻死在那儿，不是，就说这意思，到飞机上好换呢。啊哦，哎，到飞机上，这到机场呢？说实在的啊，我头一回坐飞机时，我其实挺惭愧的。怎么了？也不摸着门，哪儿过安检，哪儿我就都不懂啊。哦，就打瞎乱了。好，人家谦儿哥到机场跟到家一样，就那么随意啊。这一过安检，等着过安检、嗯，那前面还有那个矫情的呢。是吗？凭什么把鞋还得脱了呀？哦，凭什么还得把外套脱了呀？嗯，就像我那样的，都不懂。哦，就不脱。哎，人于老师站在那儿，踏踏实实的啊，啊，一丝不挂。光着了，我倒不用他劝，是吗？那是，啊，倒是也有人伺候。哎，来几个机场的警察给摁在那儿啊，哎，逮起来了，强行给他穿上啊。好，还得强行穿。就是有钱呐，嗯，羡慕人家呀，真的。我当年在北京，我印象很深，我租了好多年房，租房住，就是住在南城一带，哦，就那个小平房。是，哎。净租那个坛子胡同闷三爷的房，那坛子胡同是得闷三爷。嗯，那个马桶胡同臭二爷的房。哎，对，嗯，筐胡同寇大爷的房。好家伙，这都大不了。啊，人家前门人有四合院，哦，赛金花办公就职。我闻着味儿去的。嗯啊，你看人你不服行吗？人家我上那儿办公的。哎，住腻了，说出国就玩去了。旅游去呗，羡慕于老师啊！哎，一拍脑门啊，当时、啊、哦，走，出门，我又上哪儿了？上阿富汗住些日子。我上阿富汗住些日子。阿富汗呢、啊？啊，哗，飞机落地，嗯、啊，于老师出来了。阿富汗有家，啊，有房。你这玩意儿你不服？嗯、啊，哎，往外一走到海关这儿，阿富汗的海关啊，嗯、先，先生一号。这是阿富汗，这是保定啊！这是我不会说阿富汗方言，啊、先生你好，先做个核酸检测。嗯，我还是没逃过去。我这个、哎，扒着于老师这鼻子眼儿哈。啊，这好，他这歇钉子呢，是怎么？哎嘿，再拔出来啊！嗯、啊，恭喜于老师。怎么样？没有问题。啊、是，连鼻子都通气了。嗯嗯，身体很健康。那、啊、是。但是很遗憾，怎么？这个阿富汗政府征地，您的房给拆了，拆了，你让我做完核酸，你这、啊、万幸你不没出海关吗？是吧？哦，于老师，那不好进的，嗯，还有房呢，
我又哎，索马里啊，我奔海盗那儿了，改签啊，奔索马里。哦，哎，到索马里一出来，海关等着呢。于老师，哎，好，来，带走，走。好，好家伙，没想到海盗也那么讲究。嗯嗯嗯，通完了，您是要回家啊？是。您那房啊，前些日子海盗啊存炸药来着。怎么了？存炸药不要紧呢。嗯。他们跟那儿抽烟，他们是这样啊。嗯、那是我在那儿抽烟来了。哦、因为您那屋点了，着了，现在平了，我们都扫得干干净净的，没有了。那就没房了呗，所以说这儿没有您的家了，那怎么办？拿走换地儿改签，还有房，津巴布韦。我上津巴布韦，因为没有比津巴布韦更穷的国家了。对了，我也想，我先离开这穷地方行吗？哎，于老师到津巴布韦啊，到津巴布韦一落地，得到一好消息，什么？这个地方不用捅鼻子眼了。哎呀，太好了，这就是做肠镜。行，我这回全痛快了啊！于老师高兴，啊，啊太好。哎嗨，行，行了行了，这别去、啊，我过关的时候刚穿上啊。嗯，做长镜。啊，哎，津巴布韦的人嘛啊。啊，哎，大大管子哈。啊。走你！这是做长镜的这儿。对 对, 对。啊，这不通下水道呢吗？哎，没事，做先做长镜。哦。然后于老师您转过来，头冲这边。干嘛？胃镜，去，先做胃镜，那也得，反正是一根管子，不重要。哦、好家伙，这不换。哎，这他一看，这又不能戴，可不是不能戴吗？换地儿吧，做完了换地儿的。换地儿，哎，痛快痛快得了。我就图这去的。哎，还有房，我又上哪儿了？西伯利亚，这哪儿穷哪儿冷，我去哪儿合着？西伯利亚啊，地广人稀，没人。于谦跟这儿这。大别墅，好家伙，就那儿有房子。您活得比乾隆皇帝还滋润，那真滋润吗？乾隆皇帝那个卧室10平米，小。于老师在西伯利亚这个卧室1400平米，这么大卧室，而且没有房顶子，那就是住空场上了，就是为了呼吸新鲜的空气。我还弄一院墙干嘛呀？那我哎呀，都是您啊！啊，方圆没有什么街坊，就是没人。但凡有一个街坊，那就是了不起的亿万富商。是啊，哎，这个地儿太棒，有钱人。但是就是有一点，就是让人觉得遗憾了。哎，因为他这个地儿啊，太冷了，就是冷了，所以上洗手间不方便。我上洗手间有什么不方便的？因为它太凉了，那个地儿。太凉了，能怎么样？他6月3伏的时候是-85度。我上那儿干嘛去了？我彰显实力。彰显实力怎么彰显？有钱呀、啊，于老师有钱。这个地儿没有房，啊、让人笑话。啊，但是唯一让您觉得不便的地方就是这个，上洗手间。怎么不方便？哎呀，人呐是动物、嗯、啊，有进就有出。是，这很正常。谁也不能说因为于老师上洗手间看不起他，是这个就不讲理了，是不是？又何况于老师在那儿的洗手间啊，3000公里大，这个比我卧室还大。嗯嗯，也没有盖儿，那肯定没有盖儿，卧室都没盖儿，厕所弄一盖儿干嘛呀？嗯嗯嗯嗯啊。但是有一点，各位您，我也不知您哪位是科学家啊？啊，因为这么冷的环境下，如果您。您去方便一下，哎，然后比如说，怪害臊的，嗯，好害羞，好害羞啊！你先别害羞，你先把我说明白了。嗯，怎么了我这个？你呀、啊，你比如说你肚子胀，你要去方便一下啊，接个大手。哎呵，好肮脏啊！你肮脏什么？真的，我一沾说这个，我就觉得臊得很，真是我。是，我也臊得很，但是我有好奇心，你知道吗？哎呀，你怎么回事？你说，别看你没念过什么书，还知道不少科学知识。哎，对，你就说吧。于老师去洗手间方便啊啊，就很雅致嘛，冰天雪地的啊，这叫雅致。小风一刮，心情很舒畅。哦，于老师到这儿蹲好了，嗯，苦叉啊，苦叉。行了，这不用学这声、啊。之后呢？由于气温太冷，它会冻上。冻上这个啊，炫富的机会来了。
这有什么机会啊？当地人每个人出来都会带着一根棒棒。这干嘛用啊？这棒棒啊，随时方便的时候。嗯。这是啪，你往那边打行吗？你要在咱们这儿，您可能认为是啪骑着马呢，是吧？不，不是，不是，在西伯利亚不是，不是干这个事的。哦，随着打，随着方便。哦，差一点儿这就用不上了。哦，就没这机会了。哎，对了，哦，有花梨的，这个有紫檀的，这不糟践东西吗？这不是有金丝楠的。哦、有黄金的，有象牙的，好家伙，这是当地人炫富的手段，他们靠这个。那是每家一出门都有这个啊，这有一套，还搁套里。你行了，别放粪了，别放，多恶心呢、啊、这个。哪位来的都是啊啊，请请，别客气了。哎，啪，行了。好家伙，你啊！行了行了，太难受了，你这干嘛？要这个啊？你光姿势那么帅也没用，你这太难受了。实用性很强，这个人都得带着他出去。嗯，人人都得带着他出去。都得带着出去，那就没有忘的时候吗？有。对啊，你说这不方便，你倒拿这。我都不好意思拿这玩意儿，你拿这个我没带，人有忘的时候怎么办啊？出去太慌促了。对了，没带着怎么办呢？找别人借。这玩意儿也能借？哎，于老师跟这方便面没带。对了，忘了。大姐啊，气死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我们俩蹲一块儿了是怎么着？这大姐不是，您也大姐啊？这时候你说什么文言呢？你、啊、你就说接大手不就完了吗？借您的棒棒用一下，这还挺文。哎，人家也很高兴，是吗？姑娘啊，这我成大姐了，给你，他会递给你啊。哦，他递。递的时候你都是有规矩的啊。哎，这还有规矩。你要留神，因为他递的是愣啊。嘿，嚯，好，这玩意儿没闪子在嘴里边杵一下。对呀、啊，嘿，都是这样。啊，你得往后让一下。哎，这是得让一下，让一下，叼他这腕子。哦，抓他手，接他手里边，就不用亮相了。哎，再啪，行，完事再还给人家、哦，谢谢，人家再接过来。嗯、嘿，行，我们俩倒谁都不嫌弃谁，你、嗯、这点好。嘿，行了，媳妇，我不借，我想着点带着就完了。啊，不是，你先等。反正我实在弄不清楚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大好奇心呢？啊，自己没带可以找别人借。地溜。您说那荒郊野外的西伯利亚那地方，嗯，要没人怎么办呢？包场。就一人。就是于老师。哦，自己。大富商于老师。别提这个。一个人。哎，闲情雅致来到此处蹲好了。对。裤衩。完事儿了。没有人，没人，对，不用亮相。这，哎呀，哦呀，行了，哦，你要干嘛？哎呀呀呀呀呀，啊，那也没办法，有不主意吗？也难不住于老师，怎么办呢？恶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哎呦，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我怎么办？于老师噌就站起来了啊！找一旮旯一使劲，我怎么着？把他坐进去。我去。谢谢。后来啊，这个嗯，就别后来了，我还没离开西伯利亚呢。就是一说一乐，你这那个听相声的，您各位水平都比我们要高。是，这台下藏龙卧虎，高人啊。我们呢，特别普通的民间艺人，嗯，大伙儿一高兴就行了，一出门这些个都不用记着啊，图个乐。因为台上说的也都是假的，可不是吗？啊，你这些个反正有真有假是吧？没真的。还说呢？你瞧这个人这就没劲了，知道吗？怎么了？你看人高峰说的都是真的，怎么到我这不是真的了？高峰有什么真的？老高啊，老高快来，高峰，你说有什么真的？来吧，
高老板，哎，您客气。我说的都是真的吗？完全属实。你看，怎么样？哪儿就完全属实？咱们吃饭是不是于老师定？没问题。那对。说的什么也不。高峰是我师弟。对对。我们仨呢，这个不是一个师傅教的啊，没错，哎，但是按这个辈分来说，我们是一辈的，哎，是平辈的啊。他师傅是著名相声爱好者呀，哎，您先等，到您这说话就别扭，怎么老艺术家啊，老艺术家，对对，嗯，他是师傅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哎，王二先生，呵，您听这名字像艺术家吗？怎么着，范振钰先生，范振钰先生，哎，犯了罪，镇压在监狱里边，哎，没有。别瞎分析，没有吗？哎，就是范先生，范先生，对，范先生，我们爷俩关系特别的好，没错啊，收了高峰，嘿啊，很荣幸，这是感慨啊，是吧？范先生也离开我们很多年，十几年了，是不是啊？嗯，这一晃十几年，这是哎呀，感慨，这个好人不长，那个嗯，祸害活千年，不是您什么意思？什么话？你这叫啊？不是您这说着让我们听着别扭。要尊敬老前辈，那是应该的，是不是啊？嗯，那、这个跟高老师一起合作这么多年来，其实有时候我很羡慕他们两个人。哦，我们两个人怎么了？他俩人离得近，哎，关系也好啊。我住的北京紧北边，是是啊，他们俩住的北京紧南头，大吊脚啊。这个您是干嘛呀？这我想想就开心。什么事儿？您说说。就是哥们儿交情怎么能好？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好。哦，因为这样啊！你说我在北边，我吃完饭说找谁遛个弯儿啊，没人住我那儿，都太远了。人家他们哥俩，哎，出来出来出来！哎，我们就有伴儿。吃饱了，俩人小区里边一遛弯儿，嗯，多好啊，消化消化食。哎，我特别羡慕。是，有时候他们俩出去遛弯也净瞧见好玩的事儿。哦，您还知道？那是都传开了。嗯，俩人走着走着，小区里边有一个小狗的便便。您说狗屎不就完了？要有公德心。对，遛狗的时候带着小铲儿，带着塑料兜，哎，给收拾了。你弄一下子，这不像话呀！就是这东西不是西伯利亚。如果说西伯利亚冻上就行了，他这玩意儿全连着、嗯、啊！好家伙，得有三十来斤这一摊。嚯，小狗小狗的便便啊！谦儿乐了，嗯，高峰，敢吃吗？敢，这什么人性这是啊？高峰，高峰那是正人君子老古板啊！当然了，咱们说话能不能说点文雅的东西？就是、哎、留神让人听见举报去，让人笑话。于谦儿说：“这在台下谁举报咱？嗯，对不对？你要敢吃了，我给你十万块钱打赌。”高峰气坏了，不是钱的事儿，你可看不起我。嗯嗯，你可看我就是最要强的人，就吃了吗？计时。哎啊，这好嘛？啊、我还有时速还挺快，我还哎呦吃不了，嗯，没带家伙啊？对呀，那就完了，对不对？嗯，凑合吧，凑合，嘎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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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连地都舔干净了。哎呀，我都那么饿呀！我、嗯、吃完了，谦儿给十万块钱。哎，这说好了的，谦儿乐了。嗯，谁出来遛弯带十万块钱呢？啊，回家给你吧。开始耍赖，俩人又往前走。嗯，又看见一堆小狗的便便。怎么那么些个？嚯，多日子没拉了，这是。嗯，俩人站着。哦，嗯，呀啦嗦，别唱，哪儿那么高啊？哪跟哪儿啊？高峰说：“谦儿，嗯，你敢吃不敢吃？哎，翻回来了。你要敢吃，我也给你十万块钱。”就是，谦儿乐了，他、啊、就把勺掏出来了。呵、啊，我还是人家机灵啊，因为赶紧吃，谦儿胃口不好。是是啊，吃凉的醋心也省得弄一手。那是，嗯，我是讲究，那错不了啊。吃，把地都咔哧干净了。哎呀，哎，高峰，呵，给我十万块。嗯，高峰乐了。你没带十万块，我能带十万块吗？多有道理。不过话说回来，咱俩扯平，谁也不给谁，请请。合着我们一人弄一肚子屎就完了，是吧？我们俩出来就为吃这个来的，是吗？像话吗？您这都一说一乐，因为观众爱听一点啊，演员背后真实的事情。不，这不是真的啊，这可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哎，没这么回事。我更正一下啊，对，剩了一口。嗨，就这点不真的。嗯，挺好啊。是，天儿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啊。嗯，观众们呢，今天挺捧咱们。哎，当然了。高老师，要不给大伙儿唱一个是吗？哎，可以。啊啊。我早就准备好了，我给大伙儿唱一个。你唱一个这个，我估计你最少将近一年没唱了，还真是这样。但是我天天练。你给大伙儿唱一个
现代戏怎么样？就练的这个，嗓子特别的好，没错，特别冲。嗯，哎，就那个哪个？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打我手背上怎么样？最拿手的，练过这个，我给你帮忙。怎么帮忙、啊？哎，咱俩人唱，我给你唱前面。要学那泰山顶上，我、哦、你唱一轻松。哦，高腔是我的，怎么样？没问题，好不好？没问题。于老师，一会儿您给我说说。哎呦，您太客气了，机会难得，我这欣赏，没听。要唱京剧啊？您起高点啊。嗯，高一点啊，起高点、啊、要学那泰山顶上，就是这词儿。嗯，要学啊，我不是拦您啊，你说您这人不听劝，怎么？我说要求您稍微起高一点，你起这么低，我唱着不痛快，是不是？起高点，我这个调门就不再高点，算我求您了。你要再高点，要你舍不得唱啊，是怎么着？好家伙！我让你起高点，高老师，高老师，不认真，我这都听明白了。不认真，我不是不认真的事儿，我得拦您一句了。啊，您什么意思？他这调可不低了，您可不知道后边还有一翻八度唱，这最后边那是最高的，这都不算什么。他这不，于师傅，你别比划了。怎么了？跟你有关系吗？我这不他唱前头，我接后头，这里没有于谦什么事。我也唱。你在这儿，你这跳芭蕾舞来了是怎么的？没有，我这不提示。就对了，今天是你们俩人合作20周年，是这意思？大喜的好日子啊！今天我让你啊啊，小刀拉屁股，怎么讲？开开眼儿啊，看玩意儿吧。哎，你留神那貂皮裤衩。啊，嗨，没事，我都坐回去了。嗯，来吧。要再高点。要再长一调。再来来。要。哎，谁踩着你了似的？你找别人，我来不了了啊。尽你所能，没法定调了。哎，勉强这就可以了。学呢，泰山顶上，划了牌来了这儿。来，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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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听呢。一轻松。小谭元寿，哎，你谢谢。谁跟你握手了？啊、要脸不要脸，还伸手握手呢？你这人都看见了，你先伸的手啊！我，你弄清楚，我伸手是让您别跟这煽动观众了。哪儿啊？就谢谢谢谢。唱多好啊！好什么？我听见什么了？就唱多好啊！我们让他认真听，他不听。我听了，我你唱了吗？我就听。怎么没唱啊？什么玩意儿？没听清楚，没听见。咱白费劲了，人没听见啊。他呀没听见什么，他没听见啊，耳朵都震聋了。你看调门太高了哈，震耳欲聋嘛，是吧？嗯，我们再来一个好不好？太棒了，穿林海跨雪原，这玩意儿都真的假的？这是气冲霄汉，没问题。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啊！认真听啊，穿啊穿穿穿，好，地道。林海，你看看，跨雪原，还有口技，气冲。笑汉来完了是吧？啊，注意啊，来吧，笑汉呐！谢谢，多谢大哥，谢谢。哼，这回咱们是如何？看看听美了，你看，听出好来。你看见我什么了？你就听美了呢？就是你乐了，不听美了吗？我乐了就是听美了啊！我这笑话你呢，你没看出来吗？凭什么笑话？挺认真的。哪儿啊？您这还耍腔呢？还您这都便秘的腔，您知道吗？你这种词儿我们不爱听啊。不是，去趟津巴布韦就好了。嗨呀，你还有西伯利亚，不唱着不挺好的吗？哪点不好？什么呀？哪点不好啊？哪儿都不怎么样。这人都什么全看不上，你怎么弄？你这是外行，咱们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就爱跟你唱啊。我也爱就是跟您唱。咱们来这个啊。啊，好，去了啊。你瞧瞧，都开始了。嗯。哦，这武戏，唱吧。哎。走，什么戏？您这是？啊、我走哪儿？你早说呀！我忘了。您再唱一个，我给你编一个啊！啊，《红灯记》哦，狱警传四郎好，我迈步出监。出监是我的。来吧，认真观察、啊。我听着呢。哎，这回彻底没声了，这回。嚯、嗯，好鞋！好、嗯、好好好好好，太棒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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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谢谢，谢谢懂行的观众们，谢谢。哎，当然了，哎，这回怎么样了？声情并茂。你瞧，他还老让我给品评一下，你给指点指点，指点一下啊。哎，谈不到。你要说评价一下您这个艺术，用网络上流行的一个词汇评价啊？您说，蛋疼。你说我们挺认真的，你这都什么什么玩意儿？你是刚才下刀的时候拉歪了？你不是拉歪了，他来不了啊，别人啊。这玩意儿啊，不客气跟您说，您讲，这要搁一馒头，狗都能唱，知道吗？哎，等我拿馒头去啊！哎，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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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有他这里头。不是，我跟您说啊，这一般人真来不了，谁都来得了。咱甭说别人，你能来吗？谁都来得了，我怎么不能来、啊？那太好了，大伙儿鼓掌，让他来这个。你来，你躲开。你说这叫抬杠，弄一高腔，你说我唱不上去，嗓子条件有限，啊、这不出声，谁不行呢？看事容易，做事难，来吧。于老师准备好了吗？问你呢，你啊，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这什么态度？你是一个吊门吧？嘿嘿，嗯啊。哎哎哎，行嘿，你吃了猫头鹰了似的，吃那玩意儿什么动静呢？你在小区遛弯吃什么了？哎，这没有，没遛弯去，压根儿就、啊。来吧，准备好了啊。嗯嗯啊，行吗？这调门啊，再高一点。哎，熟啊，尽你所能啊。呵呵，行好，来了啊，来吧。来吧，提前公之到领间，不由得本宫虚心前站立宫啊。来这多好，戛然而止，就等你了。来来 please it's your turn。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他往这道谢来了。先客气客气。哎，来来呀、啊、你不谁都能来，哥哥馒头狗都能 来，可能是没有馒头吧。对呀、啊、来哦，你们这意思，我你是以为我真唱不上去的、哦、来怎么样？哎、我就是真唱不上去。哎呀呀呀呀呀，吹呀、啊、不谁都行吗？废话，没什么、啊、废话，你们这叫缺德知道吗？哪点缺德了？本身这段调门就高，是不矮啊，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啊、那真正到高的时候谁都唱不上去。哎，要不然我试试。你瞧，有型的。好，好不好？你试试，你唱，你唱前面，我给你接。嚯啊，高不小，高点起啊！好好，高点起，小好吧，来吧。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这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真好，嗨。你捧我干嘛呀？哎呀，哎呀，你是不是在宫里上过班？好家伙，你甭说这废话，接着唱，再来。站立宫啊，门叫小房。上去。谢谢啊，那个一说一乐的事儿，各位也都是老观众、老朋友们了，老听过、啊、是。对，今天演出的是部分的德云社演员，是叫他们出来，咱们再聊两句啊。好、嗯，我有这么些汗吗？我啊，嗯嗯，你看。要说我这个卖力气啊，嗯嗯，哎呀，这个湿毛巾沾湿可难受了。我们打那边依次介绍一下啊，那边是高峰高老板，大胖子是我徒弟杨鹤通，旁边这是于老师徒弟我干儿子冯兆阳，哎，这是我徒弟周九良，主持人是我师弟。哎，少侯爷侯震，啊，那个行，今儿不错啊。哎，没完呢。谁呀？还落两位呢。哦，嗨嗨嗨，行，也不是外人，不用介绍了啊。周九良，来过来，嗯，还上这儿。哎，师傅，师傅，
解释一下啊啊！所以他们为什么一见你就喊成那样？因为我好看嘛，可能。对。他好看吗？你爷爷，就试试中医要不啊？你是这怎么给他们下的药啊？这主要是您的徒弟都好看，因为我们师傅就好看。那你给大伙儿唱一句吧。突然就唱了，好不好？我不知道唱什么，唱一个老旦怎么样？你学猫叫啊？学猫叫？学猫叫那是干爹的。哎，别，我不唱。于老师已经不唱这个了啊。行，那就唱一个了。会，哎呦。龙金凤老旦呢啊，老旦，你是会唱老旦吗？是，就会一句，就会一句。我的天哪，来听听这一句。龙居凤年几红尘呐。哇，真不错，真不错。好，好，好，回去吃药去吧，回去。王兆阳，快来啊！这是于老师的徒弟啊，于老师俩徒弟，郭麒麟、冯兆阳哈，我们俩人俩，你给大伙演个什么呀？让大家看一看这个你师父在家都教你什么了啊？报菜名。冯兆阳啊，有一个特长，他这个报菜名跟别人不一样，所有人报菜名都是蒸羊羔、蒸熊掌这么来，他那报菜名是从后边往前来的。因为他当初啊学的时候，他买的那个词儿是错的。啊，来两句也行，或者打算怎样？啊，那我也唱一个。好，好吧。龙驹凤辇又进皇城。这个跟我师父学了好多，其实我跟我干爹也学了好多。一些唱，比如唱一个评剧吧。那好，好，好。我已经很多年不唱了，听听你的啊。钟楼更鼓一更敲，包拯心中似有焦。人在京中，心在陈州道，连年荒旱土边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道，好身横行百姓们受煎熬。又有那过酒旁遇暗造反，聚草吞粮把兵招，失望绝路当报销，平叛乱救黎民迫在眉梢。以后一定要说是你师父教的，千万别说是我教的，可以说词儿是我给的，腔儿板眼都是你师父教的啊。大胖子，快来，好，回去吧。哎，好嘞。别回去，别回去，来什么呀，孩子？我也没准备。保护的啊，我你会什么呀，胖胖？那我唱句花脸吧。好家伙，这是你过生日是怎么着今儿啊？来，木五官行吗？好，又过了不得了啊！还会木猪木木虎虎官虎官来。高老爷来日在木虎关，偶遇娃娃将谋反的宋林瑞，乃是个杨仙妹。可以了吧，师傅？哪儿？这一听就是冯兆阳教的啊！来这，来这杨根这个来。哎，你会木虎关吗？我来日在木虎关。来来来，给大伙儿唱会，好好的啊！那给大伙儿唱一个的啊！你有什么才艺展示吗？哭一个，脱一个，师傅，咱是干这个的吗？看给多少钱了？那是我们的啊！来，倒不在意，你跳一个，你这要求有点高了。那都刚才都唱戏唱评戏的，对不对？我就别，那你来什么呀？我怕我唱不过他们啊。啊，我来一个刘文歌吧，好吗？可以，好，两分钟啊，就唱两分钟，好吧，是吧？你已经过去一分钟了啊，谢谢啊，回来，再给我两分钟。对不起，说我从来从来。
再给我，我唱不了了。快来，邓少爷啊！来，这都认识啊！谢谢大家。栾云平啊，是，哎，这个给大伙表演一个小节目吧。这个我们确实在弄一节目，这个孟鹤堂啊、周九良啊、秦霄贤，我们正在弄一个小歌，等我学会再给大家唱。谢谢大家，是吧？他是个快递小哥，嗯。来，往前站吧，咱们给大伙唱个大西厢啊。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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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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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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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走过三里桃花过五里杏花营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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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桃花殿前出美酒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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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哎哎哎哎哎哎呀，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